好，报告委员会主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2日星期一9:05至13:07、13:42至15:47，地点本院群协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蒋万安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许志杰委员等31人，请假委员钟孔照，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煌等相关人员，主席王召集委员玉敏。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卫生福利部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经济部、教育部、国防部、外交部就先食安后经贸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进口对我国民众健康及产业之冲击评估列席报告并被质询。本日会议经卫生福利部蒋部长炳煌等列席报告并被询，委员蒋万安等21人提出质询，均经卫生福利部蒋部长炳煌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定一，本日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林静怡、许淑华、钟孔照、柯志恩、杨吴志扬及王惠美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相关资料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通过临时提案15案，请委员酌参。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修正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通过。那本次会议呢，为2天一次会哦，就是今天下午跟明天哦。那今天下午的议程呢，我们要审查《中华民国10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有关社会福利部主管非营业基金的部分哦。那在场委员跟列席官员的介绍我们就省略，因为下午时间我们比较紧凑。那今天呢，也不会处理临时提案哦。那我们现在首先就要先请卫福部来报告。那报告完毕后，我们进行询答。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蒋炳煌部长？谢谢。主席、各委员、各位先进，今天贵院召开会议，要审查本部主管的105年度的非营业特种基金的预算案。我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我们同时也会报告104年预算的执行情形，请各位不吝指教。那本部的基金呢，分为作业基金跟特别收入基金。本部的作业基金呢，是包括了医疗药品基金、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全民健康保险基金、国民年金保险基金。那医疗药品基金105年度的总收入编列是291.55亿元，那主要内容为医疗收入241.39亿元，105年度总支出编列283.30亿元，主要内容为医疗成本242.6亿元，那本期的剩余呢是8.25亿元。医疗药品基金104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是总收入294.64亿元，总支出是285.10亿元，本期剩余9.54亿元。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105年度总收入编列5.97亿元，主要内容为销货收入5.94亿元。105年度总支出编列4.33亿元，主要内容为销货成本4.14亿元，本期剩余1.64亿元。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在104年度预算执行总收入5.94亿元，总支出3.97亿元，本期剩余1.97亿元。全民健康保险基金105年度总收入编列6.35亿元，主要内容为保险收入5750.72亿元，105年度总支出编列6050亿元，主要内容为保险成本5996.56亿元，
本期短处0.16亿元。全民健康保险基金104年度的总收入是6481.71亿元，总支出是6481.88亿元，短处0.17亿元。国民年金保险基金105年度总收入编列929.49亿元，主要内容为保险收入526.63亿元，105年度总支出编列929.49亿元，主要内容为保险成本916.57亿元，没有剩余。国民年金保险基金104年度总收入1045.85亿元，总支出是1045.85亿元，没有剩余。本部特别收入基金为健康照护基金及社会福利基金。健康照护基金下设7个分基金，分别为医疗发展基金、全民健康保险纾困基金、药害救济基金、烟害防治及卫生保险基金、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基金、疫苗基金跟食品安全保护基金。社会福利基金向下设有1个分基金为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健康照护基金105年度基金来源编列98.18亿元，那105年度基金用途编列140.19亿元，主要内容是烟害防治及卫生保险基金60.42亿元，医疗发展基金38.53亿元，全民健康保险纾困基金21.36亿元，疫苗基金18.92亿元，药害救济基金0.66亿元，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基金0.17亿元，食品安全保护基金0.12亿元。本期短处42.01亿元，将移用以前年度基金剩余来支应。健康照护基金104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形，基金来源125.22亿元。基金用途133.29亿元，本期短处8.07亿元。社会福利基金105年度基金来源编列29.94亿元，主要内容为政府拨入收入17.12亿元。105年度基金用途编列31.74亿元。那各项的这个业务计划预算呢，详如图表，请各位参阅。本期短处1.8亿元，将移用以前年度基金剩余款来支应。那社会福利基金104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是基金来源30.02亿元，用途28.78亿元，剩余1.24亿元。以上简要报告，敬请各位指教，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蒋部长的报告跟说明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询答。那请教在座各位委员哦，我们下午询答时间缩短为6+2分钟，大家有没有意见？还是要再更短？好了，太短了，6+2可以了啦哈。好，我们就6+2分钟哦。然后委员如果书面质询，麻烦在散会前提出，逾期不受理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不处理临时提案。好，那我们就把握时间。现在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洪慈庸委员进行质询。这些我们请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委员好。哎，部长好。部长，首先呢，我先请教一个问题哦。现在我们健保署在4月19号的时候有发了一份新闻稿哦，意思是说，要调整健保的给付项目哦，以及这个支付的标准，那要投入92亿，有希望为医护人员加薪。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哦，这一笔钱哦是额外多出来的，还是原本在总额里面，然后是用其他项目来补的？我可不可以请副署长来回应一下？好，请。啊，谢谢委员。那笔费用是今年总额内的非协商因素的成长率。成长率，
所以它是怎么样？它是医疗成本指数改变率，它的医疗成本指数改变的成长率，换算成的总额内的金额。所以它不是用其他的应该要去执行的项目，它是总额内的预算，但是是非协商。那它的名目是医疗成本指数的改变，所以它没有影响到其他的项目嘛？对。OK，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哦，当时候呢，这一笔金额哦，其实它你们是说它是拿来调整给付项目跟支付标准嘛？那也是希望说它跟医事人员的薪资去做联动。哦，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哦，因为这个钱发下来之后，就公布之后，然后那所有的媒体都下标是说要帮医护人员加薪100亿。好，那我就有一个问题说。就很多的医护人员他在反映说，他们觉得说这笔钱不会最后不会到他们基层的医护人员手上。那我想要问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机制怎么样去监督医院把这一笔就是加薪能够把它确实加到这样的医护人员的手上去。好，谢谢委员。今年的调整的项目主要是基本诊疗章，就是诊查费、基本费、病房费、护理费等等的这些费用。那这些费用呢？是等于我们支付给医院的费用变高了。好，那这些费用基本上能不能跟薪资联动？因为基本上每个医院它的薪资制度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大概了解有一些基本薪，然后还有一些按照绩效。那绩效可能就跟这个诊查费的多少人次有关，所以我们初步认为这样子的调整。应该在他们现有的薪资制度里头是应该会反映的。至于说每个医院反映的多少，那就看每个医院跟个别医师他的薪酬制度而定。所以基本上你们是认为说应该会反映，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反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是好。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大家会觉得好像。外界会觉得说医护人员应该是会多领到很多的薪水，但是就你们的说法，其实你们没办法去掌握说真的可以实际上帮他们调薪那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会让外界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有，可是实际上这个最基层的医护人员他们可能都感受不到，可是也可能也没有拿到了所以我认为说如果说这个用意是真的是希望提高医护人员他们的薪资的话，如果这是你们的本意，那你们应该要有一个机制，能够去让这些医院能够去实际把这些钱真的加到这个最基层的医护人员身上了哈。那我就要问说，因为其实之前也有一个方案是提升住院护理照护品质方案，这也是在补助最基本的这个最基层的这个护理人员，然后那。这个过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在做稽查吗？就是要补助他们这些钱，那有在做稽查的一个动作吗？甚至补助护理人力的部分，我们是有事后做一个调查那希望每个医院都回报我们说领到的这个护理的补助款是用到哪里。对，那有在那他们都有回报那基本上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用途跟这个护理的福利啊、薪资啊、待遇无关的，我们都要求他要改善，要求改善。那现在的改善状况，它的那个合乎你们标准的那个比例有多高？后来经过我们有问题的，其实医院回我们相信他回报的内容嘛哈。那我们如果有不符的，他们再次回报的时候都有符合规定，都有符合规定。好，因为其实我是会比较质疑啦，因为其实最基层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反映是他们都感受不到说这样实质的补助那这边我是要提醒就是我们卫福部这边要多加留意啦那另外其实5月12号是国际护理师节时间快要到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马政府的任内我们有把就是护理人员都纳进这个劳基法，其实这是需要肯定的啦但是呢，现在的其实护理人员的工作其实还是蛮血汗的那部长，我想请问你你知不知道说现在我们有多少领有执照的护理师？领有执照的，好，请。好，谢谢委员。现在目前职业的护理师大概150,000多人，有职业的，但有领照的，有领照大概领照大概20多万人。所以现在的这个大概职业的状况大概是大概60%左右而已嘛，对哈。那我就想要问一下部长了，为什么就是这个职业的人就是跟领照的人这个落差还有40%之多？
我想，当然这个护理的工作是相当的辛苦，他的待遇，可能也不尽如理想了，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就退出这个领域了。嗯，那的确这个问题哦，其实从很多的媒体的报道，我相信部长哦跟所有的人员都知道说，护理工作跟就是医师的工作都非常的辛苦，然后那也是导致说现在有九成的医院他都是招募不到护理师。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纳入了劳基法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嘛。那最近呢，其实我们有在讨论一个是护病比的问题，那其实过去也一直都在讨论，然后那目前也只有医院在评鉴的时候，有这个项目，就是三班的护病比的这个项目在评鉴里面。但是这个护病比对医院感觉起来四年做一次，它也没有什么强制性，所以它只要在评鉴的时候把这账面的事情做好，做漂亮。就像上一次我们黄国昌委员他来咨询的，他有一个交战手册，我们把事情做漂亮，这样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你回归到平常的作业面，他们还是这么的血汗。那所以我想要问一下，虽然说部长可能剩下两周的时间，然后那我是想要请问你自己认为说你个人的角度，你赞不赞成就是我们把护病比直接入法？要，我赞成。赞成。那以卫福部这长期以来在这上面是不是到目前为止有在做一些努力？我们有做过一些讨论了，那这看看怎么样来修医疗法，把它放在医疗法里面，把它放到医疗法里面去。那所以现在的进度，目前还只是在讨论的阶段，还没有真正的把这个草案弄出来。嗯哼，因为其实马总统他有说过了，他希望在他卸任之前，他可以把护病比就是降到1:7了哈，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那因为剩下两个礼拜了，那我想问一下部长你自己认为说现在实务上面的护病比大概是多少？我们的如果是医学中心白班是达到了1:7了，那其他的当然就还就没有嘛哈、欸，好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因为那个也是评鉴的时候做的啦，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其实马总统这一项承诺、这项政见应该是没有完成啦，其实还是没有完全的完成。对了，好了，没关系啦，大家都知道没有完成啦，那因为今年其实刚五一刚过，那很多的医护人员其实也走上街头那其实他们也不希望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他们上班已经很累了，然后放假呢他还要上街头去抗争去游行，其实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无奈啦。那5月12号其实是国际护理师协会开始有讲了那在5月9号其实我们也会举办一个就是护病比的这个公听会，那我也希望说卫福部能够派合适的人员来参加大家好好的把问题讨论出来，把相关的配套整理出来，然后让这个护病比能够尽快的入法。是，没有问题。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洪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李彦秀委员进行咨询。我是不是请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委员好。部长，5月23号，我还是要先就大家很关注 WHA 的议题开始，还是要请教您。8个观察员国家，有7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邀请函了，对不对？是。只剩下我们台湾还没有收到。是。前几天您在回答其他委员在质询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知道说你们现在一直在想配套跟其他很多不同的做法在思考，但我们一直很清楚知道 WHA 其实有3个很主要的会场有100多个国家有机会交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会场是我们的部长有机会做5分钟的 speaker。 今年 WHA 比较特别的是，如果我的了解没有错的话，习近平是主要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听说是这样的，应该是已经确定他很积极表达要参与 WHA 主要的 King Speaker 嘛，所以关键还是在他。虽然我们现在寻求其他国家的协助但是我觉得恐怕能不能拿到观察员国家的身份，在现在我觉得恐怕凶多吉少。虽然我们一直在做配套的措施，但是我认为与其在外面站在外面听，回复到9年前我们又站在 WHA 外面的会场旁听，那倒不如回到饭店旅馆从电视上看。
我觉得那个这个意义其实是差别很大的。蒋部长，你同意我的说法吗？能不能拿到会员国参加，跟在场外的旁听，你觉得这两个有没有落差？哦，这个当然差异很大了。如果能够在的会场，像去年我去的时候，我也给了5分钟的这个演讲，来对我们的卫生啊相关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宣扬国威了，把我们的很多的好的做法都能够花5分钟时间讲。表达出来，我觉得那是很难得的场合。在很多国际上议题，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所以你认为这个机会非常的重要。是，对，所以但是今天其实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其他7个观察员国家都已经拿到邀请函哦，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所以我认为恐怕凶多吉少。特别是今年 WHA 其实 King Speaker 是习近平，他也表达高度的意愿要去做主讲者。所以我认为恐怕凶多吉少，不论是我知道卫福部你们被要求说不能讲太多的话，要很多的备案，不宜在公开的场合讲太多了。但是哦，我就帮你直接，因为我今天时间也不多，我有太多的议题想要讲。但是我只是要再一次提醒，我觉得我认为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能不能参与站在 WHA 的舞台上做5分钟的演讲，就很多的议题上跟其他的国家做交流，面对现在很多流行疾病每一年有新的不同的变化，我们台湾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参与，在未来国家的国际的空间、外交的空间上，恐怕有机会让其他更多的国家可以认同我们，这也是外交能力的一种哦。所以虽然部长今年参加的肯定也不会是你，然后我在想你过去也参加过，所以我想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感触。明明就有机会我们可以拿到观察员的身份，问题点到底出在哪里？我想我们大家心照不宣，都会心一笑。不过总之我认为参加 WHA 其实是没有分蓝绿的其实是没有分蓝绿，站上帮助中华民国台湾站上国际的舞台，我觉得是应该是所有政府都应该努力的。所以我认为在现在在现场所有做很多备案的事务官，我知道这个议题是未来是现场从过去1月16号选后深度交接，包括参与 WHA 这件事情成为观察员国家这个议题，其实是深度交接其中的一环哦。但是我认为你们也要尽最大努力，告诉马上要执政的执政党，这个议题关键还是在政治方面的因素哦。那我要看几张照片，部长，虽然您所剩下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哦。但是面对于现在医疗的医界的5大皆空哦，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说内科、外科、儿科跟急诊科跟妇产科其实每一年人力的短缺其实都相当的严重。预估7年之后，5大科医生会减少7445人，就是说我们的医疗的品质有可能下降。每一个病人想要等候或开刀的、想要看的医师，可能要排队的时间就更长，不是像现在。不然我想挂，我问我家财万贯，或者我是一般小老百姓，我想挂台大医生，我就是挂号挂 门牌，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但是如果是医界的5大皆空，人力短缺的话，不管你多有钱，我想恐怕每一个人未来在医疗的品质下降会非常的严重。但是除了最近很多朝野党派大家都关注的如何去改善医界的医疗品质环境，包括把医师纳入劳基法这件事，其实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如何让医界的医师愿意继续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也很重要。包括我现在有几张照片，有几张研究出来的资料，包括近几年每一次的医疗纠纷的案件每一年成长15件包括医院急诊的暴力平均平均6年来每一个月有将近7件平均每5天就有1件急诊的暴力事件在台湾发生。那当然医界的过劳死的事件或者发生过劳的事件，我在这边我就不用再赘述，天天都有，最近很多人都开记者会，包括我们也开过记者会。所以其实如何改善医界的问题，包括如何协助医师减少医疗纠纷，国外有保险制度，台湾没有
哦，所以很多的医疗纠纷就是医师或医院自己拿钱出来和解，这都还不包含在我们现在医疗纠纷的件数上。医师的急诊暴力，还有包括未来如何改善恶劣的劳动条件，这才是真正改善医病关系的良好的品质。部长，我刚才讲的这三四大主要的原因，你认同吗？基本上我是认同，但是我必须跟委员说明，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卫福部的努力，但是卫福部的努力从来没有去改善这些结果嘛，我们看不到结果的改善嘛。每一年医界的抱怨，包括像医院评鉴也好，这个医师的加班数也好，住院医师也好，这个他们是不走上街头，他们如果也走上街头抗，他们只是五月一号那一天在立法院门口抗议抗议，但是如果真的走上街头，如果都罢工的话，民众受不了。是，不过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从101到104年，我们的医疗诉讼的鉴定件数有少了大概两成多了。不过部长，你说医疗的鉴定哦，私底下和解的，我过去在台北市医院，我也协调不少，很多都是拿钱算了。但是我要提醒，降低了。对，我还要再提醒你，好的一个医病关系，好的一个劳动条件，绝对是留住医院人才很重要的指标跟因素。包括我们现在每年五大科别的补助，哦。包括外科的部分，其实不是只有神经科重要，外科每一科都很重要。所以我有做临时提案，我也希望王司长你应该会继续留在线上，在卫福部。我也希望如何留住外科好的人才，外科每一个科别专科都很重要，不是只有神经科重要，其他四大科也很重要，缺了一科都不行。哦，所以我希望每一科应该得到的尊重跟平等的对待，我再一次提醒王司长要做到，不要只顾其中外科的其中一科。好，以上，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李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刘建国委员进行质询。哎，谢谢主席，有请部长。好，请讲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所剩下时间不多。是，那就看部长。是任职的时间不多了，哎。主席，那个要扣7.8秒，因为那个后面我还要再讲，他就很紧张了。刚才李委员有特别提到，他也没有赶快要反驳。那现在他这么担心我，好像，重点不是这样了，好不好？重点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剩下那么一点点时间，对，那就看部长要留下什么比较重要，是，应该是这么讲了哈。那我们就从标语款来处理吧。标语款，保定灾吧。我知道标语款，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哪一个标语款。就是我们卫福部相关所属机关是相关单位的标语款是好，我们一一来做一个处理。如果说在部长的任内，所谓这些标语款基本上都可以很严谨的来做处理，那基本上部长就是留下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也给未来的执政党，也给我们这些新国会，对相关的预算整个执行审查，审查执行的过程里面。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想这是绝对是人民之福了，也让公部门在编列相关预算的过程里面，可以得到更仔细、更谨慎的然后更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依据，来编的预算，绝对是会比较 OK 的了哈。所以你知道目前有哪些单位贵部了哈？有哪些单位有所谓的标语款吗？如果有，各是多少钱？这个我可能我不知道。谁愿意坦白？那坦白就可以从宽，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明天就要审基金嘛，对不对？是，明天呢？好，明天好。哎，我们处长说没有做这样的统计了。没有做这样统计，那可以就你的掌握
哪一个单位剩下标预款是最多的，就你的掌握了。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讲错没关系，哦，但是不要差太多了，好不好？好比说医师是存标预款剩了1亿，哦啊，食药署标预款剩了1000，那结果你跟我讲说食药署是标预款剩下最多的，那这样就有点奇怪。但是我还是跟你讲说，大概你掌握的状况，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跟委员报告，简单就好，好不好？我这边手边没有标预款的数字，但是我知道是说这个我们全年度如果是以公务预算来讲的话，有1986亿哈。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三月份为止的话是执行812亿。那但是这除了执行实际支付出去以外，然后预计要支付的哦有987亿。换句话来讲的话，目前剩下手边有184亿，这是公务预算的部分。那你先简单给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标预款，好不好？标预款的话就是这个绝标之后跟预算是中间的一个差额。好，那你现在有所谓的我刚才特别提到的标预款怎么做处理，各单位都是怎么做处理？如果没有其他用途的话，基本上就是缴库。标预款有什么叫做其他用途？怎么个其他用途？如果 就以这个预算编列之后，然后去花包，然后标到最后跟原有预算的落差嘛，对不对？是。它怎么还会有什么其他用途？基本上如果没有其他相关的啦，如果预算没有或其他相关的话，基本上是缴库的，没有错啊。就缴库。是。确定都这样？基本上是这样。没有云之他用。如果是要云资的话，依照现行的预算法的规定，有没有再重新分配？以过去到现在而言，重新分配，就各单位就自己就呼呼雷啊，啊个保定拍解决后，不会，不会吗？卫福部目前，在我是去年来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状况，确定吗？你是去年来，是，所以你保证去年到现在都没有。我所以以前有我的印象，我的部分的话，你大声跟我们讲以前到底什么状况，跟我们委员会简单说个说明好不好？就你来了之后，你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从你的任内一年多来，就是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那我们好好为你表率一下，快点。不是，跟委员报告哈，所有的预算的话，按照预算法规定来处理。好，那如果是说这个有必须要调整的话，要必须要留用的话，那是也是按照预算的相关执行的规定，比方说是这个预算执行要点或者是预算法的规定，那它也有一定的比例。好，那在这一样子一个相关的这个调整的比例范围之内，它是可以做弹性的运用。那超过这样一个比例的话，那是不符合规定的。怎么样的弹性运用？比方说它在编列的时候，在预算法的规定的话，它流入跟流出的金额，它有20%这样子的一个上限的限制。嘿，对，20%。嘿，是，这28%，20%，对，这20%怎么？你说怎么处理？这个如果是说A 计划哦，它这个编的预算哈，它可以在税出的预算在总额20%的范围之内，它可以流进来。那另外一个 B 计划，它如果有剩余的话，它可以在它总额20%之内流出去。这个是弹性，目前预算法里面所规定的。流出去，流去哪里？留到另外一个计划的不足数，好，留到原留到另外一个计划。对，他原编预算他不够的时候，那他可以用另外一个计划他的剩余的款，他可以流入，他可以在标后之后的结余款之后，是他可以流出，然后另外延伸出来一个计划，只要是跟这个不是新的计划，不是新的计划，是他原来就有，他原来就 A、B 两个计划，他本来就有的计划。那 A 计划它不够，那 B 计划有剩余，那它可以把钱留到 A 计划，但是要在20%的上限范围内。你就麻烦你把这样的一个说明哈，转换成文字，是好不好？然后就统计到今天为止，所有的标预款到底还剩余多少，各单位还剩余多少？好，然后麻烦你在明天审查基金之前，呈给部长及呈给我们委员会做参考之用，可以吧？所有的，因为现在可能会有困难哦。怎么有困难？因为目前为止的话，所有的标案的话，可能这个都在各业务单位的手中啊。哦、那对，那他们都还在作业当中，那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我跟你讲的很清楚，叫标预款、啊。长一点的时间。他如果还在花包中，但当然就不计算嘛，对不对？是。对啊，他如果花包完了，在执行中，
好不好？那也不计算了，可不可以？可以吗？好好好 ，OK。那我讲的应该很清楚了吧？是是是。好 ，OK。一定要给部长先过目，然后也给我们委员会做参考。好，了解。好，好，请回。好，谢谢。部长，这个事情哦，我还是希望就在你的任内去做一个决定的哈。像这种钱不应该有随便留作他用了。那当然，相关机关一定会答复说，我觉得依照预算法嘛，依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执行要点去执行，没有一个人会讲错的啦。没有一个人会讲说我不依照预算法，不依照执行要点了。但是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状况了哈。那个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再好好讨论，也给部长了解一下。OK， 也让部长可以做参考。如果在你的任内可以去明定很清楚，这钱就是别人的，标出一定要村内这一。好，所以这一类对吧？我们就是专款，就是要有一个专责上来做一个处理，而不是可以跑出一个相关的计划出来，然后就去做其他的用途。那基本上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了。Okay. 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记得哈，我之前有谈过，这但是是不是在部长任内，我有一点忘记了哈。依照管制药品管理条例第一级、第二级，管制药品之输入、输出、制造及换卖，应由食药署之制药工厂为之。那一级、第一级、第二级的管制药品就是不能委外，是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哈，好。但是我们食药署既然可以依照出入规程第十八条规定，一二级的管制药品之输入、输出、制造及换卖业务，由本署之制造工厂为之。哦，但是经查了哈，管制药品制药的工厂委托制造之品项及数量逐渐增加。本署得就前项之业务委托民间制药公司办理，迄个无法无叮当，啊，出入过程会当混乱呢？为什么在部长要离开之前会搞出这样的飞机？你的无法不修，你的出入过程可以修一修，然后马上就去执行，理由何在？怎么敢做这种事情？是国会？如米田啊，是立法机关为还是要让部长离开之前就留下这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态？有无有这件代志无？有安尼做无？有安尼做无？所长，是报告委员，现在在制药管制药品制药工厂里头。到今年为止，一共有五项药品是委托制造的。它委托制造呢，是符合药事法所定的药物委托制造跟检验作业准则。不得委外啊，吼、哦！那你为什么用出规程第十八条去委外？没有，我们是用药事法的药物委托制造跟检验作业准则去委托的。是这样哦，那我误会你哦，我是不是误会你？出规程没有修改。我想让谢谢委员提醒我再来了解一下，看这是不是符合这个法规了。我来部长再麻烦你追一下了。现在他们开始委外制造的比例是多少？是好，我来了解一下。那如果没有修，我记得好像是上个会期还是上上个会期上届，食药署是要把相关的木瓦送进委员会来修嘛？啊，好像也不晓得，我忘记什么原因，后来没有修嘛，对不对？对吧？啊，既然没有修，啊，怎么可以用出入规程去做处理？我来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好，对，啊，就部长如果了解之后是这个样子，那要怎么办？要来改过来，要改过来，是是，没有办法改的。嗯，因为他已经处理了啊。你顶多只是说他还未处理的不能再做处理嘛，对不对？是。但是他母网没有改，他用出入规程就说做修改，然后就去执行。那你大可跟委会讲说，哎，拍谁吼？林刚林法无法了，不要搞人修，我嘛是有教呢。我这样子听起来，他应该是用其他的法了。那这个可能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法规会，这样是不是恰当的？那如果是有疑虑的话，我们就来修改。Okay. 好，我请部长了哈。那主席，你也。听我再讲一下，我这个事情很严重了，因为这个之前是他们要送来委员会修，但因为可能什么原因后来没有修到嘛，那没有修到之后，你怎么可以无法不去动、不去修改、修正，然后你直接用出规程去做处理？第一个，那第二个，
这边是不是有违反到原有的管制药品条例？好、哦，这第二个，第三个，审计部已经跟你去函跟你们纠正了，有吧？审计部是有提醒，那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管制药品工厂正在改建嘛，改建完成在明年年中完成，而且通过 PIS 之后，我们会逐年的把这些委托的就通通转回来自己自治。为什么你就委托出去了？如果没有违法，如果可以用你刚才所讲的那个法律的依据，你干嘛再转回来？不用转呢、啊？其实，在一二级的管制药品，我们的原则是自治为优先。对呀、啊，以自治为优先，不得已的时候才会为自、啊。当我们有技术、有这个剂型，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委外就对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修，你讲的、哦、正在修的。不，现在修的啊，那目前法律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就不应该这么解释给部长还是给委员听啊？你什么要就用药事法？监察院是跟你提醒，哎，审计部到底是对你们提醒还是纠正？要不要把公文也顺便呈给委员会、呈给部长看一下？没有纠正嘛，哈、哦，提醒。我要看审计部是如何提醒你们用词前置，让你们可以解读叫做提醒，好不好？好，我来了解一下了。谢谢委员提醒，我来了解一下。因为我对我们要准备新基金，所以我希望公你要离开之前，很多事情可能就是错了就改了，错就必须要去修正。是，哦，不然这样对立法机关是非常非常的不重视的。是，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部长了解之后再跟这个委员报告。好，谢谢刘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委员进行质询。主席，请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很好。部长好。我这边本席有特别关注台北市的一个社区公共托育保姆的事情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保姆的托婴的一个模式有这个公共的托婴中心，还有这个居家的一个托育啊。那台北因为现在的设立标准大概就一套了哈，没有大小之分哈，所以只有要求至少要60平方公尺，然后每个小朋友要1.5平方公尺的这样的楼地板面积啊。那现在就是要求是至少要有一个主任哈，还有兼职的厨师啊。那台北市是现在正在做一个示范啦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因为台北市地也小哈，那他们正在做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委托，那希望能够做一个微型的，或是所谓的应该是说比较社区型的哈，三个保姆，然后来照顾10个小朋友哈。那这个部分我想中央应该知道这件事吧？我大概知道，不过我们简署长会比我清楚很多。是，那这样的一个示范计划，你们的态度是支持的吗？我觉得示范是应该是可以支持的了。是因为台北市是从今年的4月份要到明年的12月底啊、哦，已经找到3个点了，而且是在学校系统里面啊、哦，包括在国中、国小，好、哦，已经有3处的这个设备。那这设备是符合我们要求的设立标准的空间哈、哦。现在就是说，因为它是微型的这样的袖珍型的一个保姆啊、哦，社区保姆的一个系统，可是你要求它要配一个专责的主任跟厨师。这样的人事成本加上来，它就成本就变高了，好，所以有可能像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在社区里面去试做，本席是非常的赞成的哈，所以有可能在我们，我不知道我们社家属，因为这是办法是在我们应该是社家属在处理的一个执法了哈，有可能去检讨这样依照不同的一个大小来做一个人力的配比，然后让这种社区型小型的微型的可以在社区里面去设立，减少它的一个人事成本的一个压力，那也其实人事成本的压力减轻也是家长付费能力的一个减轻了哈，所以这部分我不知道有可能做这样的一个修法上面一个调整吗？是我们其实社家署正在检讨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啊。是。那因为我的了解是，各方的意见目前也还没有完全统一了，所以我们还在检讨当中。是。那有可能先让台北市先做示范吗？因为这个示范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修法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示范应该可以。是可以啊、哦，但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核准这样的一个示范？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也找一些专家来给他们的这个示范计划去做一些建议啦。是，那当然就是要看他们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
就是做一些的调整以后，我们也会整个计划再来看，尽快给他们做一些建议。好，因为我觉得一些县市政府愿意来做一些多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示范，然后也符合当地区的特色，我觉得我们中央是应该给予支持。那法令上面因为过去在修法可能就一套，好，没有想到多元的一个模式，那也许我们是该做一个小调整的时候了。好，谢谢。那另外一个问题还是跟社家属有关，好，对不起，因为是老人口腔照顾的问题，这个是社家属跟健保署都有关，我还是 请教部长。因为我们过去在身心障碍机构已经经过多年的一个努力啊，那也结合了牙医的一个特殊医疗，这个是健保给付的一个部分，所以已经在各个这个身障机构都可以有牙医进来做这个服务哈。那现在我们老人到现在好，大概只有六个我们部的老人之家有，好，因为我们社家属补助他设立的这个算是这个诊疗台，好，所以开始今年可能开始在动了哈。那我不知道对未来对于我们一些老人机构，因为老人机构也就跟我们反映，也许我有自己有可以自备啊这个诊疗台啦哈。那这个健保署到底可不可以支持我们的像身障机构一样，牙医可以用巡回医疗的方式，或是特殊牙医的一个这个诊疗循环这个巡回医疗来帮我们老人看病，因为这些老人其实要出去看牙医其实是有困难的啦哈，所以这部分我们老人机构到底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可以来使用？这个我其实我身心障碍机构，我自己看过几家我们的这个老人机构，那我觉得那样的设备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的了解，目前是用公采回馈金在支援这方面。对，那我是希望这个健保可以考虑了。我们请蔡署长，是蔡副署长来协助一下。谢谢委员关心哈。那我们现在在牙医的总额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专款，是用在身障的牙医，那也特别是对于这个行动不便，特别是看牙比较不方便的这一部分的障别，有提供这个身障牙医的这个给付嘛哈，那是一个特殊的服务。那因为最主要是着眼在说牙医是在看这一类的病人的时候花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给的诊查费是用非常高的加成来鼓励牙医师去照顾这一类的病人。那老人的部分呢，事实上老人我们还是认为他可能如可以出来看牙医的时候呢，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健康促进。大部分在长照机构里面大家就出不了门的。是，那个部分哈，我们将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只针对身障的部分哈，身障的部分。那将来呢如果老人也是属于不太容易出来的，那我们还要需要他也有好的这个诊疗的诊疗台设备，那这个部分呢才可以来考虑。是，我现在问的是说，因为我知道部里面也去争取公财设置的一些这个诊疗台，那如果说民间也有自费的自己设，因为他们老人的人数还不少，大概都大型机构啦哈，小型机构在设这个不太划算，可是大型机构他们自己设了，可不可以让牙医师来做这样的一个诊疗？因为这是老人的需要，因为要出了门不容易，尤其老人的口腔的保健，其实他关系到他后端的这个呼吸道的一个还有他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包括脑部的刺激或什么各种对老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口腔保健的部分。那这部分有可能来开放，因为我觉得知道目前为止我们健保署是没有开放这一块的。那这样子对老人来讲，这些老人就出不了门，也没办法做牙齿的一个照顾。好，谢谢委员，我们可以在今年在协商明年总额的时候把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拿来跟牙医界来做协商。好，我希望是能够尽快了哈，因为我们是比照身障的模式而已，没有特别要求多一点哈。那因为那身障我知道过去也都是透过部里面或去设置，后来很多都是自己设置，然后也纳入了整个健保的给付。我觉得这是应该一个比照，因为就医的可进性应该是要能够针对这些出不了门、移动困难的人来做一些思考。是，好不好？我们还是限于移动困难的病人。好，谢谢。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部长最近有关这个我们卫福部103年哦，有补助我们六个医院，台大几个医院设立了一个儿少保的医疗服务网络。这个服务的计划蛮好的，可是却在今年说没钱了，
这个一个案子大概每个单位300万的一个预算，说没钱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心口师跟保护师啦、啊，到底怎么了？嘿，我没钱，真的连300万1000+1000多万的、啊。是鲍委员，那个是这个计划本身最开始是我们是先辅导他们设立，是那是已经设立了，那一个也花了就各一个院差不多300万，一共大概1800万。那后续我们就其实本来在计划上就要想把它转成，能够用一个鼓励性，因为不是只是这六家就够了。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六家都是医学中心级的，所以我们有用钱去补助，然后借着他们的比较专业性的人力，能够发展一些手册标准流程，都通这些都已经全部建制完成了。那后续我们其实只是希望能再来，只是能推广，所以我们要求各地卫生局把这列入他们的督考的范围里面，去要求医院里面。那这样以后医院就义务性要做这件事了，意思是不是不是，跟委员报告，其实做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有健保给付的，是的，就是也是在医疗行为本身是有健保给付的。那只是说我们设这个，只是希望增加大家对这方面的了解。可是就医院端认为你钱不补助了，他可能就不动啦，不做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原来的好每亿投进去的钱好像又失效了。是跟委员报告，其实在公部门来讲不可能一直就是每年花钱给他，是额外的钱给这个。那事实上他们做这些全部都有给付来源的，他都有健保可以付钱。是那我们另外再补助钱给他，只是在刚开始开办的时候，其实那我可不可以要求是说多沟通？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在儿保的部分，医院其实是尤其急诊，它是发现儿虐非常重要的管道，哦、所以医师应该要更普遍，每个医院应该不只是六家医院，应该所有医院都要普及的这个概念。所以包括教育训练跟落实度的部分，应该是加强沟通。我想心口师跟保护师应该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宣导，或是说加强这方面的连结，这样可以持续做。如果没预算也要做啊，是对不对？是吧？后续其实还是一年有500万在这个上面做教育训练的推广等等。Uh-huh.好，并不是没有做，还是会，我会持续在追踪啦。我们希望他不是钱补助没有了，就服务就不推了，或是这个筛检就不做了。好，另外最后一，对不起，最后一件事就是我部长要跟您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看到预算书是去年7、8月编的哈，可是呢，等送到我们这里，今年5月份才审，就是让我们发现你们有些钱哈，有的被全删了，有的增加预算非常的多哈。部长好像不清楚、哦、我有几个、哦、像医疗及生意事故争议事件示范计划，原来2.6亿变5亿、哦、那删减的是医院医疗品质提升计划4800万删到零、哦、有几个案子是删到零、哦、这么大的变化，是不是可以明天在我们会议之前审查这个基金预算之前，可以列举这些大变动的一个预算书预算项目给我们看一下，因为实在是经历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哈，所以预算的变动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产生，但是我们现在抓到了就有几笔好大的一个变动，明天可以整理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异动的一个预算吗？给我们参考。我请会计单位来处理。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黄秀芳委员进行咨询。主席。我们请一下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请教一下哈，在去年哈，去年的也差不多这个时候甚至到7、8月的时候，整个台湾的南部地区就是登革热的疫情大爆发嘛哈。那现在也进入差不多也进入这个登革热的这个好发的一个时间了哈。那渐渐的，就是有登革热的疫情出现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卫福部这边哈也有在。上个月也有一个跨部会的合作，就是有一个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好，那这个中心成立之后，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登革热的防治有什么样的帮助？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先说明？这个防治研究中心哈，它的属性应该属于研究的，所以它是在后面做技术性的指导跟辅助，它不会是做第一线的这个防治的工作，但是第一线的所有的讯息会回馈到
这个中心，中心就会针对他面临的状况应该如何解决，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那用这样的方式来配合，来提升我们防治的效果。好，那我们的卫福部这边是不是有经过上去年这样子的一个登革热的爆发之后也这么多的死亡病例嘛哈？那是不是说我们经过检讨之后，对于今年的我们要怎么样来防范这样登革热再次的爆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我们请署长好不好？好，报告委员。我想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啦，因为登革热是一个环境病，所以主要的是针对蚊子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对于病例，那么人的部分啦。那这个环境的部分呢，刚才提到就是有关这个病媒蚊啊。那过去呢，事实上我们对于病媒蚊的这个监测还有它的控制呢，事实上技术上面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呢，今年呢，今年所以今年的一个做法，就是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蚊媒中心啊，把国内的所有的这个这个蚊子的专家聚集在一起。比方说过去有人在提说我们喷的这个药效到底是浓度对不对，那今天有这些专家来呢就可以帮忙。那另外在人的部分，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希望能够及早的侦测这个疫情。好，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防治中心成立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国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好的一个夏日的环境啦齁。那另外就是说在本席的选区齁，在彰化地区有这个小黑蚊的这个疫情齁，我相信我们卫福部在最近的这个网络上面也看到很多民众的尤其是小学生齁，他的手脚全部被这个小黑蚊叮咬的这样子，有的甚至都还过敏哈，产生过敏，然后去就医。那针对这样子小黑蚊，它是不是也列入我们的这个病媒蚊的这个防治之一呢？依照目前行政院的分工呢，小黑蚊的部分呢是由农委会在负责啊。原因之一是因为呢，它并不会传染这个传染病。所以呢，可是它会造成人体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反应，是没有错。所以后来讨论的结果呢，当然还是由这个农委会来做，因为基本上重点还是怎么样能够消灭这些小黑蚊呐、啊。所以跟我们卫福部这边一点关系也没有吗？没有。但是假使它造成的人的伤害，它就要去就医啦。那当然就是医疗体系会来处理。但是对于这个蚊子的本身如何去消灭它呢？那么目前的分工是由这个农委会在做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病媒蚊的这个部分也没有研究到这个目前这个小黑蚊。完全都没有。目前主要的，所以在未来在谈的时候，当我们在谈这个组织，其实农委会都有参加，当然他们很希望说，目前是没有，但是假使 是不是未来也可以把它纳进去这里面？这个有这个可能性啦，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目前还没有谈到这里。因为这个已经造成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哈，我相信不只是彰化，整个台中县，整个八卦山沿线。八卦山脉的沿线整个几乎都被小黑蚊攻占，那甚至它本来是在山区，那现在它逐渐往平地移，那这样真的是造成民众一个生活上很大的一个困扰。那如果说我们卫福部这边如果未来可以协助，我相信不论是环保署也好，或者是农委会，那卫福部这边能够大家可以整合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防治中心的话，我相信这个小黑蚊应该可以逐渐来消灭哈。因为我知道这个小黑蚊的问题已经，当我从当助理的时候就一直在提了哈，到现在也十几年，那十几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一个解决的方式，那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趋势哈。所以我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合作。好，不是各自为政啊哈，那是不是说未来我们疾管署这边，因为它会引起人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甚至在小学生哈，他整个脚叮的整个都红肿哈，那有的还叮到最后好像还都会有发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卫福部这边未来是不是也可以将这个小黑蚊纳进去我们那个病媒蚊的一个防治的一个研究中心里面哈。
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看看。希望能够尽速尽速哈，因为真的如果再不处理的话，我看我们整个彰化或者是整个台中沿着八卦山脉，整个都快被小黑蚊给攻占了。台北也有了，所以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哈。所以真的这个真的是要一个跨部会的一个研究哈。是。那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针对于公费的这个疫苗哈，儿童公费疫苗的预防接种处置费，这个也提了很久，也谈了很久哈。我们国家针对这个老人的流感疫苗或者是儿童的流感疫苗这个都有医师都有诊查费、处置费的一个补助。那为什么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儿童公费疫苗的预防接种的处置费是不补助的哈？我觉得你们之前也觉得说这样好像也不公平嘛，那这个未来要怎么做？我们有在研究这个案子，我们可能健保也会考虑把它纳入了。考虑纳入，这个也提很久了，我不知道说未来这个是要我们的疾管署或者是健保署这边。报告委员，依照健保法哈，现在预防接种不在健保给付范围。好，那所以有这样的限制。那个老人流感疫苗的部分是在哪一个单位？是在哪一个基金？现在是疾管署，是在疾管署给付的，用公务预算来支付。是啊，那这个这个有关这个儿童公费疫苗的部分，可以疾管署这边来给付吗？或者是你们有一个疫苗基金嘛？对，就如同委员刚才讲的，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所谓的处置费或者是诊查费，疾管署已经好几年，前后大概六次呢上行政院来争取了，但行政院对于这笔这个预算呢一直都有保留了，那我们当然继续争取了，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必须要有更高层的一个决定了。好，请部长讲一下。我想。这个我们都有讨论过了，但是就是我们刚蔡副所长讲的，在健保法里面疫苗是被排除的，不过我有跟他们讨论，我说即便要修法，可能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所有的公费疫苗差不多有80%都在医疗院所里面去处理嘛，都是那卫生所的部分只有20%嘛，那反而是你们有补助卫生所的一些设备，那反而是医疗院所的这个设备都是要由诊所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出费哈，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样是真的还蛮不公平的。我们都在研讨这个事情了，这个应该希望能够很快解决。好，谢谢。那也希望说尽速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黄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林静怡委员进行质询。好，谢谢主席。那我们麻烦蒋部长跟医师司王司长，谢谢。好，请蒋部长跟王司长上台。委员好，部长好。我想我其实还是要向部长表达我的敬意啦，好，就是我觉得至少在现在的内阁官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部长其实一直坚持在520之前。把你的岗位给守住，好，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尊敬的一个动作，这边我要向您表示肯定。谢谢。那这边有一个，我想部长跟我想在场我们的各位委员都大概都同意说，其实现在在地球的一些天气变化里面，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所谓极端气候的一个状况，那包含极端气候的阴影，以及甚至像上次最近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预测都说接下来可能像这一类的灾难会越来越多哈。那所以我们特别去看了一下，我们国家其实有一个 EOC 的系统，就是所谓的紧急医疗救护中心，好，那我想请问，因为我们去查了一下中央到地方的这个救灾的体系的架构，如果以这个架构来说，我们的 EOC 是在这中间的什么部位？这个中央就是说它有行政院的防灾啦等等，那我唯一只找到卫福部是在这个救灾业务的相关机关是在这里吗？ EOC 的位置是在这边吗？应该是，或者是它
它其实跟 EOC， 因为 EOC 它是 Operation Center， 它比较像是EIS 的感觉，就是说它是收集资讯，然后协调 coordination、嗯。对，那它是卫福部。对，好，那按照紧急救护法第三科，卫福部它可以去委托医学中心来办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在六个医学中心是去那个设置。好，六个那个类，我们简称叫 EOC 或 EMOC。是让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对于接下来，因为这样子的大型医疗、大型的灾难里面，事实上医疗救灾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系。我相信我们也肯定八仙城报里面，台湾能够相较于其他国家有比较好的病患预后，事实上是很快速的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以及后来的很多的支持，当然包含健保，这个我们都必须肯定。可是，我们就会不断的想，假设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医疗体系里面不能单纯靠各医院之间打电话说你们那边还有多少床，或者是像我们在看这个系统，为什么是这样子看？因为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医院体系 stand by 了，救护车进去了，那同时其实我们还需要配合其他的事情，譬如交通的管制，譬如人员的疏散，譬如像其他的机构或其他的部门，他要去向其他的社会大众说，这里面就有点像318的时候，你知道318来抗议的时候，我们大家最讨厌听到一句话叫做医疗通道。哦，就是这，可是我们318学院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其实很尽量在维持一个东西叫医疗通道，就是连这些同学们都知道说，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如果紧急发生什么事情，我要让临时紧急就医的这个路线是畅通的。那我们在看 EOC 的时候，其实会看不出来说你们怎么跟其他部会做这样子的协调。下一张，好，再往下看，如果是到不是再下一个，对，就是说如果是县市的话，我不晓得 EOC 的系统你们会在地区的灾害应变中心这个地方吗？那个报委员，地区灾害应变中心成立的时候，它是地方政府，好，但是 EOC 呢，它会协助地方政府，尤其是有一些医疗资源需要跨县市协调的时候，对，那这个 EOC 就担任起这样的责任。那尤其是我想要请问的是，你们的发动是谁发动？是卫福部这边会有一个专责的角色，立刻，譬如说中区的，或者是南区的，立刻就发现说这个地方有紧急，有大量伤患，然后我要协调地方灾害的救难计划里面的其他部门，还是你们是听县市政府跟你们说，哎，我这边需要人，你们赶快来协调？不是，因为他这个六个区的 EOC， 他平常24小时都在运作，然后他有一个紧急医疗管理系统，那这个紧急医疗管理系统里面就有包含到院前救护，所以有一些是属于消防体系在用的一个系统在维护，那他们也去监听一些比如说车祸的发生的时候。其实司长，我想要他就已经就知道了，我想要请问的就是这个中间的联系是有，这个中间的联系是卫福部来主动联系的吗？所以你们是有，那你们如何知道说现在这个地方有重大大量伤患出现？那个EOC， 比如说他听他的管的那个区里面，你们是听人家消防局的电话吗？不是，他不需要消防局电话给他，他就已经知道，能够掌握，并且告诉我们。他怎么知道？然后他就会，他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哪里发生？监听，他甚至去监听无线电，监听无线电也是他也会去监听。那我只好来跟你们调监听无线电的资料了。好，他也包含说他跟医院之间的联系。我简单，为什么我今天要问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卫福部其实你们手头上有医师司手头上有这么多的医疗资源，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其他部门可以跟你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行协调，我相信会更快，救灾的效率会更快，救灾你们能到资源更多。可是我们去查，包含你们自己的本身的紧急医疗系统，下一张，好，台北的，好，再来中部的，好，就是说我们去查所有你们的网站，我必须承认这个是一个 standby 的，好，随时准备着重大伤病或者是大量医疗需求的时候去运作的。所以当然平常他闲闲没事就是在上训练的课程而已，我可以接受，所以我每次看到里面都是受训课程而已，我看不到其他的讯息。但是至少以北区去年才发生八仙，好，那后来的后续你们在这里面有没有做了检讨，或下一次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联系的单位是谁？我今天如果是一个民众，我想知道这个，或者是我是一个医疗单位，我想知道 EOC 你们在这里面角色是什么，我看不到。下一张，再下一张。好，甚至我去查了东区，因为我怎么看你们上面所有的资料都只有我们最近上课啊，最近日本地震啊，然后我们的 EOC 看不到 EOC 你们在这里面卫福部还有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整个系统在哪里，甚至连里面都想说有执行长或者是指挥官，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
甚至东区 EOC 我去查，我想说那到底东区 EOC 是哪一个医院负责，我找不到，我只好从他上面提供的办公室地址去 Google， 我只好从这里去 Google， 上面没有写他的负责单位是谁耶，办公室下去 Google， 原来发现原来是在慈济啊。对，东区的 EOC 是在慈济。是啊，那这样我们好伤心哦，为什么我们明明那边有部署医院嘛，我们是有台东医院，是有部署医院，理论上这样子的就是说去应付国家重大医疗灾难的需求的时候，为什么是私人医院来扛起这件事情？下一张，我帮你查到了，台东医院没有外科啊。我们要求的是医学中心啊，我们台东医院目前不是医学中心。是，好，再来。甚至我去查，我们在二月份台南发生大地震，这样子是一个有符合我们刚刚说的嘛？重大灾害，大量伤患。而且它还有医院之间的整合。我到南区 EOC， 我查不到这个资料，我只查到了十二月，你们最后一笔是十二月份讲了这个八仙的事情，我查不到南区的这个台南的地震在这里面，南区 EOC 这中间做了什么事？中间发了很多新闻稿，都在讲我们的 EOC 做了什么事情，他可能是没有把它放在他的网页上。所以这个他平常除了告诉大家我们最近在上课，他还做了什么？对，它比较是体系里面医疗体系里面之间的教育训练，所以这个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吗？目前不是给民众看的，不是给消防或者是相关救灾单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资源吗？我这样说，其实因为我们要审明天这些东西，未来都会包含预算，我绝对同意这个事情一定要支持。但是你们的系统做得让人家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好，该有的救灾整合或下一步未来我们发生这种重大灾难的时候，医疗整合在哪里？跟其他的部门之间整合的系统在哪里？通通看不到。好，最后再给我一点点时间。这个是，一样，就是说在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是平行整合的问题哦。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有质询到我们的流感的疫情，我相信部长也知道，那个时候事实上国内是承载了一个大量的这个伤患病患的状态。那我们那时候也检讨过，说它是一个中央整合的问题。好，我查了一下到我们的 CDC 提供的资料了哈，他到了3月25日的时候还跟民众说，如果你有症状，你要尽速就医，因为他发现我们的病例的百分比，好，就是说我们的类流感病例的百分比还是高于阈值13%，也就是说至少在3月25日我查到 CDC 的资料里面还是知道说我们是有疫情的，我们是有个案比以前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诊所医师给我的讯息，就是说他们从过年期间就开始发现流感的病人变多，所以就乖乖的看，看着看着，来我们看下一张。我们其实因为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医师们看太多的病人，所以如果当天的药师调剂量达上限，你们就不给调剂费了，这是健保署。好，再下一张。再来，我们对于这些诊所我们有一些要求，你只能看多少人，多少人以上你就拿的钱越来越少。当然我同意站在一个健保管控你的预算的立场上，当然希望能够节制它的量，但是到了3月25日，也就是从二月初农历年开始一直到3月底，我们的政府机关除了肯定医疗人员在照顾我们的流感病患的辛苦之外，也新闻稿都说了还是一个比以前多的高峰期，也就是那段时间的就医这样子的病人是多的。上两张回来。结果我们出来是说，哎呀，我们感谢你们辛苦，但是我们没有钱给你。即使他超过了相关的阈值，我们的钱还是一样的扣。好，所以其实很多的诊所的医疗院所跟我回应，就是说他们很愿意为国家去做基层医疗的照顾。我们都一直在说我们要做分级医疗，不要让所有的病患都挤到大型医疗院所来。结果这些诊所他们被这个东西压着，当你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感染者的时候，比较多的就医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健保还是压着不给他啊。那我看诊所协会也很客气，他其实是想办法说用那个公务预算去要求。其实我这边想要问健保署，有没有可能像这样子连续两个月疫情出现，而且 CDC 都说超过感染阈值的状况，有没有可能像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们能够把我刚刚提的后两张，好，最后对这张，去把你的原先那个就诊人数的给付标准去做调动？因为你们是后来审后来给钱，这不是做不到，你查得到资料，病患突然爆量，你们的给付还用这个方式给，会不会让这些愿意看诊的医师真的是做多赔多，做心酸呢？可不可以答应这件事情去做这个部分的处理？向委员报告，
有关健保，因为每年有实施总额，那事实上我们在总额预算之下也有编一个风险基金，好，每年大概有10亿，10亿的风险基金，10亿的风险基金。但是这个10亿的风险基金在当时跟我们健保会跟所有各界，就是医界还有付费者代表，还有学者一起讨论，有一个动用的条件。就是你要超过多少，我现在其实就是要请问你说，像这种状况，你们有没有可能延役？发生这种疫情的状况，医疗人员承担了第一线的病患，结果你们还这个制度给他用成平时期的方式给他给付，你们能不能去这个部分去延役做检讨？我想可以的。那原因是因为现在也在监控整体有没有超过这个阈值。简单说，因为 CDC 有说感染的状况是超过阈值。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健保的总额预算之下的要动用那个十亿的风险基金的这个条件，那个是大家协商出来的。协商是过去的事情，你们那时候没有预估过会发生这件事嘛？所以我现在要求的是，有没有可能你们两个礼拜之内给我一个评估，针对2月份到3月份的这个流感疫情，你们是不是可以去调整这样子的一个给付模式，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有没有可能延役？是可以延役，我们一定可以延役。那我们也会那两个礼拜给我资料好不好？因为我已经占太多时间了。Okay. 好好好謝謝 ，OK， 谢谢。好，谢谢林委员的质询哦。那主席在这边宣告，我们4点截止发言登记哦。等一下蒋万安委员质询完之后，我们先休息5分钟。接下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是不是可以请卫福部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我想今天我们在审查卫福部主管的一些非营业基金哦，那其中有一项是国民年金保险基金哦。那我想2016年2月到这个两个月前，我们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数已经达到大概352万多人哦。那国民年金保险在2008年10月开办到现在哦，这个主管机关当然是我们卫福部哦，但是对于基金的这个业务还有相关投资运用的业务哦，我们也是委由这个劳动部劳保局哦，还有基金运用局办理。那我想，所以我也特别哦去看了国民年金法第15条哦，第15条里面其实第二项规定，对于我们保险费和利息。好，如果被保险人和其配偶间其实是负有连带缴纳的义务，好，这一条我想，相关我们部会首长也很清楚。那第50条的一个罚则就是说，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不缴纳的话，啊，会处以3000以上1万5以下的罚锾。好，那我想这一条其实非常有争议，其实社会上民众也一直在讨论。那我自己本身在选区哦，不管我服务处办公室都接到不少这样的一个陈情电话，对于国民年金第15条这样子所谓配偶处罚条款哦，或者是被有些人讥为所谓加速离婚条款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哦，其实很多民众直接跟我反映，也的确打到我的服务处哦来做一个陈情，所以。我想最主要反映了社会一些实务上面的状况，也就是说一些实际的案例，它可能是夫妻之间已经不再和睦，而造成可能分居的状况，可是彼此其中有一方突然接到了催缴电话，啊，就说哎，必须要帮另一方来缴纳这个保费，有可能这个造成加速离婚，啊，所以另一方面也有情况是可能彼此分居，太太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哦，她有这个一些收入，可是接到了催缴电话，是要帮她的另一半哦，另一半可能已经失业，有一些积蓄哦，可是她就是不缴保费哦，那反而变成是我要帮另一半缴。也有另一种情况是，我的另一半可能是有家暴的倾向，我们造成分居，可是我接到电话，我反而要帮他缴保费，那最后65岁。到了，那我反而如果帮他缴保费，他享受到国民年金的这个福利哦，那其实这个条款是非常的不合理，甚至不公平。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甚至我们这个基金的主管单位哦，劳动部劳保局，对于这一条不合理甚至不公平对待的这个条款，
目前我们主管单位对于这一条的态度如何？这个我们也有接到相关的反应了，不过这个是在法上面已经是明定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那个曲师长，他是负责这方面业务的？是。啊，委员好，跟委员报告，确实是没有错，就是国保这个规定呢，实务上确实是有一些争议，那也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原来他当初在立法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是考虑到因为国保是以没有就业的人口为主体，所以里面有很多可能是家庭主妇，所以担心家庭主妇在家里面，但是参加国保之后，他如果没有经济能力来负担费用的话，会造成他权益的受损，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就是说配偶之间要负这个义务。那当然，我们这一个条文，事实上我们这一阵子以来，我们也曾经召开过会议，那邀专家学者甚至团体代表一起来讨论跟研议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各有看法，就是有些专家学者或者有些人，他们是认为说这个确实是不合理，但是也有些团体认为说这个会牵涉到妇女的一个权益的保障问题，不能够轻易的废除。所以对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继续的来考量跟研议，因为对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确实是并没有共识。我想其实不单单只是说刚提到这个所谓可能所谓加速离婚的这样状况，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是男方女方啊，只要我们国民年金最基本义务就是我负责缴保费的这个义务啊，我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可以享有国民年金的福利啊，而不是造成说这个今天啊，如果不缴保费，反而去找他的这个另一半，找其配偶，要求他来帮忙缴，而甚至如果这个配偶不缴，反而是向配偶开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说老公欠缴这个保费，哦，老婆挨罚，这样的一个很不合理的状况啊。那我想接下来就请教这个部长，所以我们一年大概花多少的预算跟人力去就配偶这一部分来做催缴？是不是请劳动是劳保局副局长？委员好，那劳保局是执行单位，那每年我们会执行配偶罚款。那预算方面，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具体的一个统计，但是在发函到各种罚款的通知方面，光邮费。那这个是加上来是有上百万，啊，那人力方面，因为我们会过滤，现在并没有说每一个配偶都去做处罚，那我们是有做一种筛选式的，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财税资料，针对所得比较高的200位的配偶去做处理。那这个人力方面，我们大概要花。如果说以人力来讲的话，大概要5-6位人力去做这个全年度的一个罚款。所以我们其实劳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劳检人力其实非常缺乏啊，那现在还要在编相关的预算，投入相当的资源去针对所谓配偶这一部分去做催缴啊，那也听得出来我们现在其实人力还是不够哦。那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啊，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个缴费率非常低，我相信这个您大概也知道，我们现在缴费率只有到55%左右，哦，所以基本上这个条款本席认为完全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我们缴费率这么低，这一部分我们不去花资源投入相当的人力去做沟通啊，去做宣导，提高我们的缴费率，反而变相的去找他的配偶啊去做开罚，要求配偶去帮忙缴费，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也希望说劳动部这边啊，我也体谅你们这边的人力的确短缺啊，所以这一条非常不合理的所谓恶法，我觉得是应该要删除啊。而且这个我想对于这个劳动部除了可以解决你们这边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另一方面我觉得
对于这些实际碰到有需求的可能没有所得这些妇女，如果我们把这条删掉，其实要有相关的配套。所以我希望这一点哦，这个恶法除了要拿掉之外，相关的真正核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应该投入相当的资源跟经费啊，去透过社政的系统给予这些没有所得的妇女，帮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我们一般民众都能享受到的这个国民年金的这个福利。我觉得应该是把资源用在刀口上，而不是把这个我们相关的预算跟人力本末倒置去找他的配偶去开发，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不管是卫福部主管这个执行的单位，我们劳动部这边哦，应该要想办法根本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要让恶法持续存在，而且把相关的资源人力用在宣导、用在沟通上面，解决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妇女。我希望我们相关单位啊，好好的研究这个问题哦。那我也会尽快提出这个修法。那我也希望我们相关行政部门能够一起配合，把这样的问题彻底解决。谢谢。好，谢谢。好，我们谢谢蒋委员的质询。那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好，请大家就坐哈，我们要继续进行我们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陈颖委员进行质询。你要知道大家为了这个预算很紧张，但是请大家还是保持安静一下。好，请就坐，请就坐。如果还要讨论的，请到那个会场外面哈。好，来，我们继续。好，主席，请卫福部长。好，请讲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鼎金集团的这个三大悬案哦，有出售台北101股权，还有三重新燕土地开发案。还有一个30亿元的这个石安基金，好，那自鼎新裂油风暴之后，到现在都没有进展。那请问这个卫福部，鼎新说好的这个30亿元的这个石安基金在哪里呢？没有在我们手上，所以我听到的是他们钱是放在一个，就是有设这样子的一个专户了。但是基本上还是在魏家的手上。好好，谢谢。那从这个2015年1月哦到现在，其实都已经超过一年了。那这个我们目前哦，就是说这个石安基金这个专款专用的方向哈、哦，还不是看起来不是很明确的样子，是这样吗？我们是有石安基金是有编列了，那但是当然金额没有很多。我们现在多少钱？不是我不是问了多少，就是说。你们这个使用的方向哈，就已经快一年了。使用的方向是目前的主要方向，就是补助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诉讼啊等等这方向，这个是蛮大部分在用在那边的。所以看起来哈，就是你们的石安基金大部分啊哈，不是在补助这个健康风险评估，然后补助。就是说这个食品安全研究还有这个食安受害者团体诉讼检举奖金和员工检举老板做黑心食品的诉讼费用吗？好，是好。我们这个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哦、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表示哦，司法追查鼎新哦，他并不会因为鼎新捐款的动作而受到任何的影响。那卫福部是有担心说我们这个法官是恐龙法官还是怎么样吗？有这样的担心吗？不值得信赖？这个司法问题我就不太好在这边表达。好，没关系，我再问你下个问题哦。统一企业在鼎新裂油风暴后也承诺了，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椰子油污染的23件产品退费后的余额凑成整数，大概就是3000万。
那会捐给这个卫福部的食安基金。那当时的这个食品药物管理署的 潘志宽组长还说，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里哦。当时的潘志宽组长说，食安基金刚成立，那如果统一的这个3000万确实进来，就是我们食安基金的第一笔的这个外界的捐赠，那请问钱有没有到位了？这个好像钱没有进来的样子，没有进来，那是卫福部拒收还是统一没有捐？统一应该是没有，他没有说没有捐，对，应该是我们统一的应该不会拒收吧 ？OK， 好，卫福部没有拒收，但是统一没有捐，所以这个3000万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结果。卫福部，你们应该要在这里面赶快澄清一下吧，不然我们大家都以为那个3000万已经捐进来了呢，部长。我的了解是没有了，只不过我再来确定一下。有没有旁边的人？我这不是你们给部长要确实的讯息，到底有没有捐？统一这笔3000万有没有进来？捐了没？报告委员，我是食药署署长。是。那统一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在报纸上看到说他要捐3000万。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做接触，但是我知道在消保处，就行政院消保处那边是有讯息的。好，那这个部分哈，卫福部已经表示了，统一当初在媒体上，这个让告诉大家的哈是3000万要捐，但是现在是没有。好，那今天很高兴卫福部在这边澄清，不然我们都以为哈已经到位了哈。那。这个鼎新集团哦，在收水油事件爆发之后，承诺捐助新台币30亿的这个食安基金哦。那当然，刚刚部长也有讲了，其实他是放在这个台新银行了哈。那台新银行他也证实说，这个钱是已经入账了。那鼎新呢，跟台新银行也有签署了这个特定用途的信托契约，钱呢，他们将用在食安上。好，那这种用贩卖黑心货。赚取消费者的钱，然后用这个捐款来成立基金的方式哦，就能够让罪人变成善人。那放任呢？这个黑心食品危害不管哈，只想用这个基金放款了事哦。这个它就是伪善。那食安基金哦，根据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第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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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力，但是呢，石安基金却有到现在看来哦，好像是沦为这个顶新的石安基金的模式一样的，因为你这样看，我们刚刚检视了很多，就是补助、补助、补助。好，那用这个补助放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石安的问题，这种方式哦，跟顶新他只想用捐款、用放款来了事的模式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当然是不一样哈。我们石安基金，它是有特定的用途，那当然是包括补助的相关诉讼的这个律师费用，那也有刚委员提到的，就是如果有劳工检举雇主啊等等，遭解雇啊等等，我们有一些钱费用呢，能够支持他等等。那至于顶薪他的这个30亿。我的了解，不管他放在台新银行或者是怎么样，目前都是在他手上。我们的当时的政策，我们政府也不愿意收他这样子的钱，所以就是由他去处理。那所以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好，不管说，因为吼很多都是看起来本基当看来好像一直都是在放款在补助嘛，好，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啦。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石安基金它到底它是救济还是施舍，还是是不是我们应该把它叫做这个食品安全保护基金，好，那还是要把它改叫做这个石安放款基金？我不晓得部长对这几个他名字有什么看法没有。我想当我们这个我们的基金的它的用途就是来保障食安事件消费者的权益，来设这个食安保护基金呢、啊，所以目前是按照这个方向来做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啊。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哈、哦。你们可以帮我们暂停时间，他都放不出来的。
啊，我们刚来这有试过的影片放是 OK 的 ，OK。什么？原来是没有接线，不好意思哦。那时间可以暂停一下下吗？没关系，他最后一分钟了。对对对对。好。我们好，没有关系。那我来形容一下，大家用想象的想象的好了哈。其实日前哈，我们这个白沙屯妈祖出巡哦。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妈祖出巡，其实，当然很多的信徒，善男信女都会来迎这个妈祖，甚至我们就是跪下来，然后让妈祖从这个我从这个头顶上这样子过去哈，可以，部长，因为我没有在拜拜啦，那个叫做什么？好像是嫩牛，好嫩牛，就有受到很多的祝福嘛，对不对？好，那。是这样子哈，当时呢，这个白沙屯的妈祖出巡哦，他经过这个永靖鼎新集团总部的时候，一度停了下来。那但是呢，他退后了几步，啊，退后几步之后呢，这个鼎新的这个魏英冲的兄弟哦，还有这个高层，他们一字排开，哈，那个看起来还蛮壮观的，他们就一字排开，然后就跪了下去。那他们就准备这个迎轿脚要弄丢了，准备要弄丢了哈。但是呢，这个白沙屯妈祖却直接从他们身边直直过去之后，就绕从旁边绕开了。这个连神也转弯也闪开的这个邪恶基金哈，30亿邪恶基金，卫福部，你们要效法他们的这种方式吗？我们不会收了，好，不会收，但也不会效法他们那样的方式吗？效法什么方式？就30亿啊，都用补助，反正我捐了，然后就补助嘛。哦，我们会善用这个我们的基金里面的经费啦，它的目的当然就是这个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嘛，所以我们按照基金的用途来处理。我想是这样哈，政府有意义哦，筹措这个财源来因应消费者保障的需求。但是这个卫福部哈，就是说卫福部或者这个食品药物管理署的单位预算哈，其实应该是已经足够。那本席是认为说食安基金预算应该要冻结。那本席在这边要求，就是说卫福部应该要立即检讨这个食安基金的用途，因为本席一直有感觉说，我们不希望说我们一直用这个补助的方法哈。除了补助之外，应该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更积极的，好，对于这个食安的有帮助的方式，好，来善用这个好这个预算这种基金。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陈颖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杨耀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们今天做基金的预算审查哈，所以我就几个基金的问题跟部长做个探讨。好，我们先讲一下国民年金国保基金的问题哈，就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未扣除已提存的安全准备，哈，国保的国保基金的潜藏负债大概多少钱？国保基金的潜藏负债，对，
我可不可以请你？现在没有关系，我直接跟你讲哦，就是说，审计部的报告哈、哦、是到2003年底，潜藏负债已经高达7000多亿。你看看你们的数据一不一样？国保基金有这么多的潜藏负债，第四种的提存的量，没关系，看看一不一样。你回。的数字，是不是？就是全部提存的扣掉，我们已经提存大概只有4000多亿的不足了。嗯。你来说明，我请曲执掌来说明。好，好。报告委员，按照我们的精算的结果哈、啊，就是因为我们精算会去精算，我们应该要提存多少钱？那我们实际上提存多少？那如果以这个数字来看的话，现在大概有4000多亿是不足。4000多亿。对。不管是7000多还是4000多，都是一个还算蛮大的数据。对不对？不过国民年金事实上在几个年金里面，目前来讲还算是财务比较稳定的。纵使他的财务比较稳定，因为他适用的对象是国家最弱势的部分，所以他的财务健全，公部门应该要最重视。好，因为国民年金大概就是大家都说什么都没保，大概就只剩下国保。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专就国保基金来做探讨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保障了社会最底层跟最弱势的部分，好不好？因为政府在国民年金法第12条就是有一部分保费是大概40%左右的保费是必须要由政府应用各项收入来编列。你们现在是不是法定的缴费义务也没有再尽啊？是不是？报告委员，40%的保费，这个是政府应该要负担的经费。对。那它的裁员有第一顺位是公益裁券。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另外几个到最后，只要不足的，就你们是要编列。目前我们不足的部分是用公务预算编列的部分来处理。有在缴吗？有。但是、哦、你们一定要缴、哦、你政府带头不缴，然后要求国民缴、我们现在有缴，但只是说有时候财务调度的时候会晚一点，但是目前大概都有逐年编列预算的。逐年编列预算，你们是不是还有像国保卫福部向国保基金借款的那个是差额金，就是因为财务一时没有办法到位，所以我们那个差额金的部分有跟国保在周转、你们周转就是借嘛，干嘛讲那么对？干嘛讲那么好听？你现在这样子就很危险，就是说政府机关应尽的义务不去尽，然后反过头来跟国保基金借钱，已经借了多少了、啊？目前累积大概现在周转中的大概有90几亿。90几亿啊！哦，不过这个都会在来年编预算把它冲回来。欸，有法律规定可以周转吗？对，这个要问一下。有是不是？法律还授权给你们周转啊？他是应该是说他是政府应该负担的部分了，但是因为暂时没有到位。我现在是说不管本席讲的借款还是你们讲的周转，就是有没有法律依据？这个是我们有报奉行政院同意的。不是啊，行政院同意就是说基金是大家共同缴的钱、啊、基金的运用里面包括可以去放款存款，那这个部分是它合理的投资的一种运用的方法。你有算利息吗？有算利息。有算利息？利息多少？息目前是 1.35， 比存款的利率高一点，可是比银行借还便宜啊。不会啊，因为现在这个很荒谬啊，部长，这个哈、哦、这个基金财务的健全哦。哦、特别是国保基金财务的健全，非很重视不可。哦哦、你们还是尽量必须要想办法，应缴的费就缴啊，应该
尽可能不要去周转掉头寸，好不好？好，这个我们都了解了。那个，因为这个本来按照我们的这个收入来源是有一个 1% 的那个营业税了，但是没有，因为考量到那个不是国民健康保险的缴费人应该要去思考的，是没有错了。不过就是那个是一个裁员，但是一直不敢去加那个1%，所以才会裁员很多啊，裁员不限于营业税啊，哦，是裁员很多哈，所以拿这个来当做理由是不对的。不过请委员放心哈，因为国保按照我们的法规，政府要负最终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责任啊，所以只要政府不倒，他的钱就。可是你们平常就一直跟人家借钱，然后跟人家拍胸脯说你们不倒，谁相信？哦，好不好，部长，你们回去尽可能，因为这里时间有限哦，你们回去尽可能找到健全国保基金的方法出来。是。哦，本席再强调一次，就说参与国民年金保险的人，都是社会的最底层跟最弱势，所以他的财务健全，我相信全委员会的委员都会很重视，好不好？好。另外一个问题，我点一下哈，就是，所以我看烟捐哈，烟捐分配给很多基金，其中有用来做烟害防治，每一年甚至于比用来补助医疗资源欠缺地区，每年大概都多2亿多。好，这个现象还没有办法展现它的荒谬。更荒谬的就是烟害防治，因为可能都是用来办活动，用来广告，所以它的执行率大概高达连续三年，101年到103年，它的执行率高达100%几。补助医疗资源欠缺的地区的经费，连续三年101到103的执行率只有60%。这个到底是离岛偏乡的医疗资源已经够了，还是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委员，这根据需要。那我们烟害防治主要用在帮助吸烟的人戒烟，根据需要帮助吸烟的人戒烟，因为他缴了烟捐，我们一定要照顾他的健康。吸烟的人是第一优先。根据需要，离岛偏乡的医疗没有需要吗？是的，我现在在问你的分配数已经是烟害防治比较高了，然后执行率离岛偏乡的医疗提升的执行率这么低，我在问这个问题呀。你说需要离岛偏乡的医疗不需要提升吗？离岛偏乡的医疗绝对需要，你们是不知道，你们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你们不重视啊，部长。没有，我们非常重视，真的。你若中华党政哦，对平遥坐飞机来，同班飞机有多少人要来台北就诊，你就会知道有多需要了。我们其实真的是对于离岛偏乡也花了很多的经费跟努力了。那当然我们也了解，目前还是有点资源不足，我们是会持续努力了。部长，过去这四年我并没有否定卫福部对离岛偏乡医疗的努力，我只是在点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分配的时候就已经把离岛偏乡分配的数额比较低了，你执行率又那么低。你若是让离岛的居民跟偏乡的居民知道说还有33亿没有执行，然后放任他的医疗品质这么差，这样子的施政满意度怎么可能会高？部长，你们回去还是要想办法啦。是，我们再来检讨。就是说看到底这笔钱是因为地方申请的时候手续太繁复，还是你们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啊，不然你也说以澎湖为例，你也有布立澎湖医院，那敢有打击到地方吗？啊，只是说我常强调说医疗的改善当然不可能像选民的期待那么快，可是还是要尽量做啊，不能放那么多钱放在那里，不
不做事啊，阿来家加工，你们看需要，我根本都感受不到你们的预算自用是看需要的啊。有了，我们这个对离岛偏乡其实真的是很努力了，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了，这个请放心了。尽速把这一笔钱用掉了，是，好、哦，钱老的吼无用了，好，哦、提升医疗水准吼、哦、才是重点了，好不好？好，好，谢谢主席。好，好，我们谢谢杨耀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陈怡明委员进行咨询。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啊，我们请我们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好，部长午安，很不好。好，请放下一张。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国家癌症防治计划哈。我想下一张哈，你们在给这个预算书里面哈，还有一些资料哈。那本席发现就是在你们资料里面有提到，在啊本国的18岁以上的男性人口嚼槟榔的比率了哈。2015年度业务计划结啊载明是9%了哈。然后呢，你们绩效中说要成立什么戒槟榔班的哈。不过到今年六月啊、到去年六月底为止，只有87位服务了87位，好像这样子的成效是不太好吧？因为我想国人嚼槟榔的人口蛮多的，如果你只有87位嚼那个服务了吧，这个人数够不够？好像这个看起来是不太够，不太够嘛哈。而且你们在计划书说成人嚼槟榔比率，你的年度的目标是要下降到5%，啊，5%以下。但是为什么预算书上面是写9%？那个是包括我们是一个是男性，一个是两性。哦，所以那个9%是男性，然后是45入8.8%写9%。哦，所以预算书上只有针对男性来服务噻。就是不是，我们就是写比较高的女性非常低，它小于1%。对，哦，小于1%，但是你说平均下来就变5%嘛，所以你才会年度的目标是 5%。就同仁在写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把它 specify， 我想他们在 wording 上面，待会我们会来改善，好不好？好，好，对，谢谢。那另外，当然，刚刚杨耀委员也有提到的，本席也是觉得很重要的部分，就烟害防治的部分哈，这也是国建署的业务嘛，对不对？那你们有提到说补助地方的烟害防治工作，编列了2.7450亿，然后要补助部分的县市来做这个烟酒槟榔的防治。那请问？目前有补助哪些县市？那是采什么样的方式补助？是县市跟你们申请吗？还是你们直接是就分配下去？我们有特别 allocate 这个经费，是为了缩小健康不平等。所以我们平常在烟捐分配就有补助地方政府，可是，在每一个县市政府的补助之外，他们是先跟你申请，你们再补助。我现在就要告诉委员整个的过程。我们特别另外 allocate 一个经费，是要让吸烟率嚼槟率特别高的县市呢，来跟我们申请。可是我们是先把经费 allocate 出来，然后请他们送计划书。那我们的用意就是说，这些县市它需要特别多的经费来努力。对。那所以呢，这些经费给他们，台北市有没有跟你申请？应该是没有的，嘿。台北市没有跟你申请。对，因为它不是这个吸烟率、嚼槟率特高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帮忙，像台东、花莲、南投这些。立法院不低耶，立法院好像还不低耶，请看下一张。好，下一张。哎，好像因为像上次我们在党团协商，那个主席台后面的房间，我走进去都有某一个人一直在那边抽烟呐、啊。而且上一个会期，好像丁守中丁委员他在接受访问，他说为什么协商没有办法透明公开，就是因为某一个党鞭都一直在抽烟呐、啊，所以没办法录影啊。那这个就是我上任以来我一直觉得我很受不了的地方啊。Wherever I go。I smell the cigarette smoking。 我不管走到哪里，我常常就会闻到烟味、哦啊、不管 我要来咨询前 我下那个楼梯进入到那个议场，我也会闻到有人在旁边
哦，就在外面，他是在外面抽烟，但是他没有在一个固定的房间抽烟，所以立法院好像不是你们稽核的对象吗？你们从来没稽核过立法院，对不对？向委员报告，这个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上面，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权责，但是我们确实也请台北市特别加强来稽查过，但是呢，进入立法院，我想委员也知道，就连委员的家属都不一定能进来，因为立法院它有特别的一些不是任何人可以自由进出，但我们确实有请台北市加强过。所以你是说立法院应该是台北市卫生局该管一管？对。好，了解。依照法律就是这样，而且我们 但是我们在中央，我们基于督导，我们还是特别请他加强。我们有做这样做。但是你如果看到电视的画面，好，就是有些协商，就是有那种有在抽烟的画面，难道你们不会去函说叫卫生局的应该要来吗？谢谢委员今天跟我们提出来，是是我们也会再去函再请台北市加强，而且我们会列入他的这个烟害防治的考评分数里面。我觉得这很重要，要不然嘛，小英总统老是在讲三步，我觉得应该是四步，不挑衅，不忘谦卑，不和社会脱节，还有尽量不要抽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不然健康的议题，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抽二手烟。好，请看下一张。是，那另外关于这个健保第五十一条的这个不给付的项目，那本席一直觉得就是说，其实当初是为了要救健保，所以在这个五十一条里面就加进去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例如说预防接种第二项，预防接种及其他及各级政府负担之医疗服务项目就不给付嘛。可是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啊，对不对？那你很多的，像之前我在质询那个疾管署的这个我们郭署长的时候，他也是提到啊，像这个流感的东西，常常就是到最后就是经费不足嘛，那也编不出来。但是如果健保能够给付，其实就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哈。那所以我问一下我们那个部长哈，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朝这方面努力？这个项目是不是应该拿掉？还有第三项，药引治疗也是啊。为什么药引治疗就不给付呢？你想想看，我们之前有小灯泡妹妹的事件，那这些毒瘾者，他如果没有接受治疗，常常就会造成我们社会的危安的问题嘛。好，那但是你又不给付他，你又去歧视他，你又不给他钱去治疗，那他有钱就去买毒品了，他怎么会想到要治疗？那要治疗又没有钱去治疗，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困境跟两难呢。所以我们如果要去改变他的话，很重要的就是全民健保法五十一条应该要修法了。部长，这些法条其实是健保开办的时候就有的法条，那没有中间才修的。中间后面也有修过，但是不知道是第几。为了要救健保，所以才改的。对，那个，我们在部里面对这个议题讨论过还不止一次。那我最后跟同仁说的就是，健保法可以考虑来修法，谢谢。针对尤其在预防医学方面，让它有空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好，下一章，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请我们部长在交接的时候，可以跟你前一任要下一任的部长，也就是你之前的次长林奏炎次长嘛，他现在是准部长，是好不好？你可以跟他说明一下，交接一下。因为其实还有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去年碰到问题是八千晨报的时候，健保就有给付，对不对？特别的预算给付。可是，一样的，去年发生很严重的登革热的疫情，在当时其实。我们政府都是说跟南部我们高雄还有台南的这个这些基层的医疗院所，就是说你们就去做没有问题，我们到时候会给付。可是呢都没有给付，就像有一家医院不要讲名字，他就说他去申请了，结果六十几万的登革热的他们治疗的费用，健保才给付了4万块。那你想想看，如果这样下来的话，今年如果又有登革热的疫情，他们愿意去做吗？因为你都没被护也挤呀，阿姨要走拢在北泽呀，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登革热的给付是变成一个可能常态性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好，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健保署的官员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报告委员，其实登革热每年都有，那所以在谈总额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在 base 里面。对，那当然啊，可能有时候它发生的特别比过去严重一点。对啊，严重情况，可是你没有答应他们说你
你尽量去做，我们到时候会给付。我跟委员报告。可是等到他们申请的时候，你又60万，他才给你，还给他4万块呢。是委员啊、我们健保在谈总额的时候，都有每年都有设一个风险基金。那个是编有10亿，但是它有动用一个门槛，就是说，当你常态的医疗支出超过一定比例的时候，就可以来动用。那我们高雄没办法动用，对，因为没有超过，没有超过，对，哦，所以那你这样子不是就是白白答应人家，但是没有兑现诺言呐、啊？那你像那有没有可能应该要朝向一个某一个机制来修改一下这个法条，让至少不要将来就是让我们。高雄的这些医疗的院所觉得说啊，你都白差气了，你一开始是安抚他们，而且常发生都是在秋冬之际嘛，对不对？总额都已经用完了，其实他们都知道说，我再去提供服务，我拿不到钱了，总额已经没钱了，但是你又要人家做事，你又不给钱。是委员，我们会将委员这样的关系，还有其他几位委员共同关系，我们提到健保会来看那个规则可不可以来做修正。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谢谢陈一鸣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吴坤玉委员进行质询。首先主席哈，感谢蒋部长哈，坚持到最后一刻哈，目前都还在来立委接受质询。那因为想说你站了一个下午了，我想就先不要邀请你，我们就先请食药署江署长，好不好？好，来，请江署长。好，署长就是说，我们在那个食品安全保护基金里头有说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嘛，哈。那在这个基金里头做风险评估的意义在哪里？可以麻烦你说明一下。在食安保护基金主要是为了要保护。消费者的健康跟安全嘛，哦，所以他有补助一些诉讼的费用。另外呢，他还有一条就是可以做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估。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估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就是当时有一些比较那个是什么？那个他们都不在吗？刚才那一张啊，那一张，因为在那个法律的在56条之1里头就写得很明白，是就是可以做这一类的那个，对对，健康安全风险评估这一条。我想哈，事件发生以后做这个的目的是希望说在法庭上可以作为证据吗？还是怎么样？当时倒是没有这样讲。不然我们事后来做评估，除了制定标准以外，还有什么功能没有？主要是厘清那个事实的真相嘛。好，那厘清事实的真相可能会很多很大的困难哈，会很大的困难。那一般来讲哈，要分清楚就是什么是健康风险评估。好，健康风险评估本来就是针对人的健康来评估。好，虽然有时候它是用动物实验的数据，但是我们不是那么。我们虽然很爱护动物啦，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去评估动物的健康，所以不会说特别去强调人体的健康风险。我们本来就这样，但是问题就这一个，每一个评估都会有含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有时候要做科学的证据，厘清事件或做法庭的证据上，可能会被对方的，就是被告诉人哈，被告诉人的律师。攻击的体无完肤了哈，所以要非常小心做健康风险评估，很难当为法庭上的证据。除了像 FSR， 它是有特别的法人地位，可以当作法律证据以外，其他的其实很难。好，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所以未来如果需要，可能这一条法律需要修正，不然可能会很困难。好，未来很难用风险评估帮保护者的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好，谢谢你。谢谢。好，第二，我们下一章哈。第二个，我们请那个是不是陈司长？哈，盛司长，好的，新口市的司长，好，蒋署长，麻烦你回座哈。我们好，下一章哈，就是盛司长，就是我们根据《精神卫生法》第41条，好，那严重病人我们会强制就医嘛，哈。
但是往往因为警察人员、警校人员，他接到119报案电话的时候，警校人员到现场以后，其实没有专业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严重病人。那怎么来判断是不是要强制就医？有时候会有困难。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解决会比较好？跟委员报告，其实这边全世界都是用同样的程序跟方法。是。那最重要的当然是，如果有现行犯是没有问题。对。那另外他是不是严重病人？其实他们通常都会立刻打电话跟主管机关联系。那就像各县市政府也有这样的人，可以24小时联络得到，他立刻可以进系统里面去看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登录的严重病人，或者是列管的精神病人。那这都这个各个县市目前都有这样做。所以在这点上面，他是不是这个精神病人是很容易判断的。那至于是不是严重病人，其实通常大家都有一个简单的 guideline 去判断这个事情。可是因为当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开始，所以警察警消都不太懂精神病，所以大概做这个已经做了10年了，所以理论上现在应该稍微好一点。但这点如果要做，各个国家的做法都是加强警消的训练。是是，那是不是应该要加强警消的训练？因为目前下一张哈，目前警消在判断哈，好下一张，就是说每年报案的人大概有50000个案例啦，好，但是有一些很经常就被会医院就觉得不是，就很快就会释怀，就回让他们回家了嘛，哈，所以会不会有点浪费警消的人力？这一方面可能我们也需要思考，怎么来帮警消人员训练这样的专业，让他们在当场上，好，能够怎么做判断，或者说提供什么更好的协助，才不会浪费警消人员的能力，这样好不好？是，我想这方面，不然这个就会有一个很不好的循环出来，好，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下一张，好。啊，麻烦接下来请健保署蔡副署长，好不好？好，我们请那个健保署的副署长。我想，因为补充健保费的问题嘛，那其实对某一些情况下，其实有人觉得说有点劫富济贫的劫贫济富的现象了哈。比如说现在虽然我们改为收入增加收入20000块钱才会收健保费嘛，那比如说租屋的人他的房租如果超过20000块钱，但是房东他必须要缴这个健保费，他不要，他就会转嫁给那个租屋的人。或者说就请他分几次去缴哈，那所以我们如果怎么来改善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办法？依照目前的法令，当然补充保险费是依照6项额外薪资以外的额外所得哈去课征哈。那我们对于这些依照现行规定呢应该要缴的，我们都会努力去把它收缴，这部分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哈。那至于说如果法令还没有改之前，那当然就是按现行规定办理。但是我们二代健保也有成立一个这个检讨小组，就是针对这个补充保险费是不是要年底来结算，或者是不要按次来扣缴，按年结算的概念，这个我们都在努力的在想办法，看能不能来克服这部分的做法。好，但当然这个是一种，但是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转嫁的问题，然后这个是看起来是蛮困难的，因为很多会租房子的人可能收入是比较偏中间或是中下的人，但是因为他这个房租如果超过20000块钱，好，那房东可能就要求他转嫁，好，那这方面就变成我们无法帮助比较收入比较少的人，这方面看思考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好不好？是，谢谢，好，谢谢，好。那下一位哈，我们请这个是不是社会及社工司的副司长，是不是江副司长哈？就有关于工会老人安置的问题嘛哈？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司的业务？好，是嘛哈？好，是有加速哦，这家不好意思，社会救助跟社工司啊，副司，就说因为我们工会安置老人的机构，好，下一张哈，好，安置的目前容量事实上是蛮低的，而且是人数本来床位本来就不够嘛，哈，不是很多，但是目前安置的这个收这个安置老人的这个层数还蛮低的，好，
大概就平均大概有些比较高的大概六七成，那甚至在东区只有五成嘛，哈。那我们假跳去问，就觉得说，因为很多的安养机构都在整修当中啦，所以就病人收的很少。但是我们在看预算的时候，觉得说东部的整修好像有点奇怪，一下子整修300床，这个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它是全部拆除重建。哦，全部拆除重建。对，所以因为它那个房舍太老旧了。那这些受安养的人要怎么办？所以我们是分区哈，我们所谓因为它有安养，也有养护，也有长照，也有失智，它有好几区。那我们就是把那个整个总整，那它譬如说养护区，它就整个拆掉，可是它把那个安置的老人，它先移到那个譬如说是分院去啦，或者是做什么，因为它有很多区。但是这样子工程会不会拖了很久？不会，今年会完成。确定吗？是。好好好，好，谢谢。好好，那就是还可以继续，还是结束了？好，时间到了，那没有关系。好，我们谢谢吴坤玉委员的质询。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王玉明王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啊，主席，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那个曲司长？好，那我们请曲司长。喂，好。司长好，司长，我想跟你讨论有关于国民年金财务黑洞的问题哦，因为你刚刚在答询的时候，你说国民年金财务很健全，真的吗？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它的当然。如果以实际的费率跟现在实收费率是有点落差，但是整体来讲，以精算上来看，如果国民年金按照目前的方式，那每两年检讨一次费率，而且可以如期的提升到12%的费率的话，预估应该在40年内都不会有财务问题。好，本席觉得这个曲司长啊，对我们国民年金的财务是有点过度乐观哦。我让你看这个是你们自己的表哦。为什么很多委员其实对于国民年金会显得忧心忡忡哦？从这个表里面呢，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投保人数从一开始开办的422万，它是呈现递减下降的，104年是只有375万，这是我们的投保人数。我们的缴费率一开始开办的时候有7成、6成，下降到104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缴费率只有46.36%，表示说国民年金应投保人数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有在缴保费的，你根本收不到，是不是？这个没有错吧？是，容许跟委员报告一下。对，确实没有错，就是国民年金在刚开单的时候缴费率确实是比较低。那委员看到那个刚开办的时候达到70%，那个其实不是一开始就70%，是历年来经过一些催缴的动作，它会慢慢的提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经过后续的催缴可以往前推，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的话，101年也大概只有54%嘛，对不对？大概一半嘛，就是你催缴那么多年，它勉强被你催缴之后，你最后催缴成功的到101年54%，就是几年下来它的那个累积的嘛，对不对？累积的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再去追讨回来的嘛？是。所以，但是104年我们看到的的确现在只有46.36%，即使你后面再怎么催缴，你有信心可以再突破到六成吗？应该没有办法。目前的平均大概是5%多而已啦，大概56点多。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它的缴费率是低的，只有50多。如果就平均数只有50多，它的和我们现在开始领的人，你可以看到97年刚开办的时候还很少，93万人哦，你合付是56亿哦，你到104年的时候已经飙到648亿了。就是你的给付的金额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这么的乐观吗？就是财务不会出现问题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就一个保险，你的缴费率低，但是你的支出是高。请问这样到底可以撑多久？而现行的我们的政府该付的4成里面，我们其实是
每一年政府编的金额都是不够的，所以刚刚你也承认嘛，好，我们再回过头跟国保基金来借钱，就是来垫付这样子周转呐、啊。那这样子整个的结构系统看起来是很令人担心的、啊。你刚刚还说我们国保可能会是最健全的，我听了捏一把冷汗。你说目前的几个，就是他因为还比较年轻，所以相对来讲他财务比较健全。对，但是你看看劳保，劳保他是900多万。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欠缴率哦，对不对？因为被保险人的那个特质不一样，是，而且还有投保单位可以扣钱。本席今天要特别指出来，就是说我们不要报喜不报忧。我当然知道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是要让大家安心，就是说不会有太大问题。但从结构面来看，它就是我们国民年金就是有问题，因为缴费率在这么低的情况底下，长此以往不可能说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要很务实的来面对了。我不晓得你们现在面对这一种低缴费率的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没有任何办法，一直是这样的结构下去，刚刚还有委员主张，就是说替配偶缴的这部分，因为现在分居啊、离婚啊各种因素太复杂，还有委员主张其实是想要把它取消的、喔。那取消之后，你们的保费收入可能又更少了、喔，你怎么办？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去研究几个基本的原因啊。那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跟他个人收入有关，那这部分能不能动用社会福利的部分，那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有些我们觉得可以处理的，可能是说因为国民年金虽然是强制纳保，但它是软性的强制纳保，而且我们有10年的缓缴，所以我们最近的研究里面有考虑到说，第一，要不要把这个10年的缓缴时间缩短？缩短、啊，避免大家就是说都要熬到10年才去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说，国民年金这种软性的强制纳保，要不要把它改为比较刚性一点啊？比较像健保那样，就是说它有滞纳金啊，然后有行政执行啊，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措施，让民众有比较多的这种动机哈、啊、去缴费。不过当然这些东西都牵涉到的范围蛮大的，我们还在研究当中。本席希望你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哦、不能长期以往让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继续恶化下去、哦、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出我们国民年金的整个系统的一个检讨，好不好？我们现在正在检讨中，正在检讨中，我希望尽快可以看到你们的检讨报告。好，来，曲市长先请回。谢谢。我想国民年金的问题、哦、它里面纳保对象都是我们的弱势民众，那它更是不能让它倒，但是看这个结构，事实上其实是非常不健全的一个结构，我们真的要提出改善。那接下来我要问的是那个请健保署的副署长上来，还有我们疾管署的署长。好，我们有关我们这个公费婴幼儿公费疫苗，现在有18剂的这个疫苗的预防接种处置费，完全没有公务预算的指引。刚刚其实这个郭署长，你有说你跟行政院主计处这个代表也上来，其实你曾经争取嘛，哈，争取了6次，你说你争取过6次嘛，哈，行政院完全没有答应。行政院主计处的代表有没有在现场？今天是谁来？请那个行政院主计处代表，好，谢谢，好。基金预算处的黄科长来，赶快上台，我时间不多哈。为什么？疾管署跟你们争取了6次，你们通通都是驳回不准。这个是涉及到婴幼儿的公费疫苗、欸，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不是负责那个基金预算的部分。那有关委员存询这个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就是我马上请进我们公务预算处那边，就是说来准备相关的资料。好，就是我们等他赶快把资料送过来哈，待会这个结束以前要回答我。我要问一下这个我们健保署的副署长。刚刚其实业务委员提到了我们健保法里面51条把预防接种列为不给付的项目，你认为这样合理吗？如果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更何况很多的疫苗它的注射对象不是老人，就是我们的这一些没有保护力的婴幼儿为主要接种对象，那为什么我们在健保法里面，我们当时为了救健保放了预防接种就是把它排除，那你认为是不是应该要改了？跟委员报告，预防接种还有第51条的第二项预防接种及其他各级政府负担之医疗费用项目，这个并不是
后来修的，是健保法第一版就是这样子的。对，那后来有因为财务的关系去微调，那个是属于预防保健的部分。对，那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婴幼儿的公费疫苗，那在第一线去帮忙的这些医生，他们的预防接种处置费完全没有公务预算指引。未来如果我们把它改为是纳入健保里面，预防接种的就是我们由健保来指引，您个人认为怎么样？我觉得从预防接种的效益来讲的话，只要是有效益的预防接种，其实对健保财务反而是有帮助的。是啊，预防胜于治疗嘛，反而你给他更好的保护力，他将来医疗支出是会减少的嘛。所以您是赞成将来如果立法院我们这边提案去修健保法，您个人是赞成的吗？是。好，谢谢我们的副署长哦。那我想既然今天健保署也支持我们这个预防接种哦，可以将来把在五十一条里面原来是不给付的项目把它排除，我相信这个对广大的婴幼儿跟老人来讲，这会是一大福音哦。那我们就立即提案哦，我们卫环委员会立即来审议哦。我们希望这个部长应该是支持嘛，哈。您刚刚其实我看您的回答里面，你也是支持哦。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呢，透过今天的询答，我们就尽快的提出这样的一个法律修正案。我想我们所有卫环委员会的委员，大家也都会支持。我们让更多的婴幼儿跟老人家们得到更好的这个保护力，而且就由我们的健保来指引。好，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招委的质询。那是不是？好，那我们请下一位就是王如章王委员，哎，请。主席，麻烦请我们社会保险司曲司长。好，来，请曲司长。喂，好。司长，根据劳动部劳保局的统计啊，当然这是劳动部的统计，但事实上是跟我们的国保相关。在我们360多万人。就是说曾经欠缴国保的保费，就是总的钱数来讲，历来积欠的，就是说金额高达就是说827亿。好，目前就是说欠缴的保费的这个部分，那其中有113万人是从来都不缴费。好，资料没有错，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好，那本席要请教的是，我们主要不缴保费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部分劳保局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当然很重要的因素是可能是他个人的经济能力认为他没有办法。那有一些人他是觉得没有需要就是他可能是因为国保是在没有工作中间时候的，那有些人他可能认为说他最终还是会回到职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观的回答嘛，对不对？就是他主观的认为他这里面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无力缴纳。好，一个是没有意愿缴纳，我没有欠这一条钱了、好，就是说将来的年金给付的这个部分，即便我老了，我认为我没有需要，好，就是说我没，所以他没有意愿，就是说缴纳。但这里面不缴费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数有很多的民众表示是对政策没有信心了。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的解读跟解释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民众对政策没有信心，导致不愿意缴纳国保的保费？所以我刚才其实部长也有提到，国民年金在法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政府是负最终的财务责任。所以这点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国民年金那不管财务怎么样，但是政府最终还是会负起最后的财务责任。所以说其实是不用担心说因为政策因素，然后当然很多人可能担心说他现在缴钱将来不一定能够领得到给付。市长，你觉得我们的民众这么容易接受这样子的讲法吗？好，就是说只要国家不倒，那然后年金通通领得到。如果这样子的话，年金改革的期待跟呼声大概也不会是我们民众在前，就是说前三项的期盼了。那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不是一句话，就是说政府负最终支付责任了，就可以给所以就是你们觉得在对政策没有信心
指的是说国保会破产，对不对？所以他不愿意缴纳。既然将来会破产，等我老了，我有需要，当我该领的时候，我领不到，所以就说我现在不愿意缴，是不是这样子？有一部分的人是这样的考虑，就是怕他缴钱缴一缴，还有没有其他的考虑？所谓对政策没有信心。或许有些人还认为我们的规划还不够完整，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再继续检讨改善。你们在这个部分有关，是我们劳保局的国民年金被保险人访视统计分析啊。好，这一份资料的话，我们在3月25号在监理会第33次会议里面有报告，但是在相关的网站跟资料上面都没有看到。是不是这一份资料的话能够提供我们委员好不好，然后一份送到我办公室好不好？这个我请劳保局这边一起来处理。好，劳保局可以吗？好，那我要来问哈，我们今天在卫福部的书面资料里面有关国民年金保险基金编列预算的情况，在105年有一笔费用叫做业务外费用1700多万，这是一笔什么样的费用？这个业务费用、业务外费用是什么费用？是利息。你们也不知道？可能问一下劳保局看看，因为他们利息，周转的利息，是我们基金短期周转产生的利息费用，对不对？那这笔费用在104年，我们在预算里面没有编，这是在105年新增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执行数里面的话，104年它其实是5800万，所以我们预计今年的话少周转一点，是这样子吗？还是我们就先编个1000多万，然后到时候再来超支并决算？应该不止。我们在104年编了就说实际执行数是5800多万。然后在这一个里面，我们在今年的话只编1700万。当时可能是考虑说会有其他适当的裁员进来，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中央政府之后的话，因为民进党执政，所以不再向基金借款了吗？是这个原因吗？我们其实自己我们的基金都要在短期周转，都要再借钱，要付利息出去，结果。我们还同意，好，政府跟我们借钱了，跟这个基金借钱，你们要说明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逻辑？不，因为基金本身它有很多种投资的途径，那有一部分的基金本来就是存放在银行里面生息，所以我们现在去做周转的是尽量去周转。所以我们认为给借给政府好，然后是一种投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所有的基金应该通通都开放来借啊。我们是买了，就是说债券吗？基金的配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基金的配置有好多种，里面有包括买债券，甚至去买股票。谁同意这样子借的？我们有透过监理委员会。监理委员会是我们的国民年金保险监理委员会管理运用监督办法第5条是基金的用途，请问哪一条里面就是说哪一项？是符合这样子的用途的，是符合就是说能够借的。第十款，其他经监理会审议用途如下，好，一共1、2、3、4、5。对，它第十款有第五条，经监理会审议通过，并报请主管机关核准，有利于本基金收益的。它这样子会有利于本基金的收益吗？因为我们用的是1.35的利率，那基本上如果比起用在存款的话。它事实上是比存款高，比纯粹的存款高。我本来是要，我看刚刚王玉明委员他也晕过，好，就是说他跟本席的看法，事实上相当程度上面我们是一致的。我本来要跟你收钱，你本来应该要付钱进来，结果你不付，然后要我们从就是说基金里面支，好，基金里面支，然后付一点利息。而且呢，这什么时候还？好，就说这里面的话，我们105年度的预算里面，好有没有编？有，然后去补103年不足的公务预算经费。
这样的财务出口出缺口是不是越来越大？我们用105年才编预算去补103年的缺口，补104年的，这是不是卯吃引粮的一个做法？目前事实上104年编预算补103年，那他这样105补104，这样是一个财政财务就说健全的一个种方式吗？基本上就主管机关的立场，我们也不希望如此，我们也是希望说每年都财务能到位。所以是因为没有办法到位，所以口口声声讲保险好、是让是财务健全的，是让财务能够更长久的。不过这个政府，但是从这一个国保里面来看的话，就不是这样子。但政府最后一个问题是应收账款，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好，我们为什么国保基金在105年我们编列的支出的预算就929亿？104年我们的实际执行数有1045亿，好，我们在今年的支出编列只有929亿，事实上比去年实际的执行数还要低。请问我们预期有什么样子的变化，以至于如此？不知道。我再确认，再确认一下。写错了吗？这不用确认吧？那里面有一部分可能跟投资的，我们去年的执行数就已经1045亿了。好，刚刚主席秀出来的投影片，我们在支出的这个部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在今年的就是说支出编列，事实上只有900，比去年的执行数还少。短编了、是不是我们短编支出？不是短编支出，应该说去年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因为去年那个数字也是高于预算数，预算数也那么高，对，但是实际所以我们就不合时编列，然后在这里面做账。报告委员应该不是这样说做账，应该是说104年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因素造成它的这个收入比原先预期的预算数来的高。我想我们的年金好，虽然这是一个年轻的保险好，但是我们没有照 K 纲来讲，没有就是说照保险应该有的精神来做，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说年金，其他的就是年金会走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的原因之一啊。好，过去的是如此，这个最年轻的一个年金保险也是如此。就觉得我们的主管机关对这个部分太不负责任了，太对不起我们国保的这些被保险人。好，我们谢谢王荣章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高陆以用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那有请我们的蒋部长。好，请蒋部长。委员好。部长您好，今天就针对就是医疗发展基金里面的关于推动弱势族群医疗照护计划，这个医疗照护计划它的目的是说要强化原住民族及离岛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民众的医疗照护，然后呢要编列奖励偏远地区的这样的长照的服务的据点，再来就是奖励补助长照资源不足的地区，然后发展长照资源计划，对不对？是。不过我在这里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105年度的预算比去年减少了2亿0423万，那这个东西呢这个预算呢是减少将近1/3，那这个幅度非常大，请问一下部长，今年的基金的来源是比去年还要多，但是为什么有关于原住民族地区长照发展的计划会落差这么大？因为我们据点当时是89个计划，已经建制了。我的了解是我们这个钱是要来建制相关的这个据点了。那因为过去已经建制了一定的量，所以现在的需求相对的会减少一些，所以编列的预算会少一点。但是本席认为啊，
就是说，以目前来讲，其实在这些有关于偏乡跟离岛地区，很多的原住民的所需要的医护需要的资源还仍然是不足，甚至你们在长期照顾服务量能的提升计划里面也清楚地指出，在这个山地离岛偏远地区的长照的资源是有限的，那甚至就是各类型的长照人力也明显的不足。我会认为就是说它还是需要政府积极投入资源，那这样子三分之一去减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是不是比例是差太多的？那么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这个也是已经在执行的预算嘛，是，对，那本席也可能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增加支出的需求，就是希望就是未来在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的时候，能够针对原住民地区所需要的这样的医疗医护的资源去做一个公平性甚至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政策性提出一个妥善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比例，是好，可以吗？是，好，再来就是，请问部长，在2025年的卫福部，卫生福利政策白皮书里面，这个是在今年一月颁布的吗？在网络上，网络版，对，对对，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不是就是延续过去我们的卫生白皮书跟2020的健康国民白皮书因应我们卫政这个组织诊病之后成卫福部所去制定新的一个政策白皮书呢？对，因为我们这个这个政策白皮书应该是每五年就要做一个检讨，所以我们就是刚五年到了，所以我们就做个检讨，然后把相关的这个政策把它挪列下去。那请问一下，在2020年的健康国民白皮书里面有原住民专章，那请问一下，为什么在2025年我们这次一月所公布的有关于就是卫生福利政策白皮书就没有原住民专章呢？这个，因为这个白皮书我们整个的结构也找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大家一起谈了。那至于当时为什么专家学者给我们建议出来的这个结构没有这一项，我还需要去了解。是，我想这份白皮书其实是有影响未来十年的一个施政方向。那么这一段期间也可能是我们面临人口老化最严峻的一个期间，对原住民族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今天这个白皮书里面没有原住民专章，因为原住民地区与原住民族的这样一个健康照护的政策，绝对是不能用一般的用同一套的标准。所以呢，当时之前也提出的咨询就是要更深入了解原住民在卫生福利政策面对哪些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因此呢，也希望卫福部重新去检讨这白皮书的内容，去针对原住民族卫生福利政策制定专章，来维护原住民族的权益。我讲原住民权益，我们一定会非常尽量的去维护了。那但是他没有放在专章里面，但是不表示说我们不注重原住民的权益。所以说就是希望卫福部能够重新再检讨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维护到原住民权益，好不好？那之前也跟部长有质询过，就是在这个长照服务的收案对象把山原跟平原又做了一个区分，那时候提到就是不合理。我想我再重新再声明，就是山原跟平原的这个区分其实是沿袭了日本时代，其实有歧视意味的。我想卫福部这边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敏感度。但是我在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针对原住民地区失能人口长期照护的这个服务的涵盖率，在平地乡的部分其实居多，尤其是我住的地方叫光复乡，它的涵盖率是20%到30%。它其实不像刚刚之前就是部长所提到的，它的山地资源比较匮乏，平地资源比较富足。其实这里可以看到，不管是寿丰、光复
或者是长滨，它都有无依村的状况。那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部分能够哈再重新的检讨，让所有的55岁以上的这个原住民老年人口都得到照顾。好，我们来检讨。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高鹿以用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陈曼丽委员进行咨询。请卫福部部长。好，请蒋部长。委员好。哎，你好。那个我想啊，今天我们就是是有关于基金的一些的询答。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基金的这个解释当中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的问题哈。包括就是说，我们会看到我们有那个食安保护基金嘛哈。那食安保护基金呢，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保护了什么？因为从这个我们的那个年度的 KPI 呢，我们会看到哈，我们那个食安保护基金呢，有保护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补助特定的食品安全，那对那个人体的风险评估呢，健康风险评估指标有两项哦。可是呢，我们就看到去年呢，就104年6月底完成了零项，好，完成了零项。我不知道后来到年底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几项呢？对于公告一些促进食品安全的费用，还有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讲说补助特定食品安全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指标有两项，那个两项的指标，我们到去年的时候完成了零项，是，那现在完成了几项呢？还没有，还是零项嘛，哈，是。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去年执行不力，你今年又编了200万，你这样子是怎么意思？这是特定的食品安全，特定的食品，所以在今年我们要经过委员会的同意之后，我们要公告特定的食品是什么项目之后，所以你们什么东西是特定食品，你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食品，就是要经过委员会的讨论，所以现在都不知道，但是你们就编了200万的预算，是要预先编列，要去执行。OK， 那但是你们去年完成的是零项嘛？目标是两项，但是完成零项嘛？因为去年的那个委员会是年终的时候才成立的，所以是没有作为嘛，所以他们就派你们挂零嘛，派你们的成绩是挂零。去年其实最多的是补助各好，没关系，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因为我还要再往下面咨询。就是说，我又看到你们补助了这个促进食品安全的费用哦，但是我看到你们写的东西比较笼统哈、哦。然后呢，你们的预算只有150万，只有前面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事情的1/4，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你们那个事情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对于不知道的工作，你们编了200万，好，编的比较多，但是对于要促进的那个比较积极的面呢，看起来就看不到哈，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的提出这样一个说明。再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哈，就是农药的残留，这个呢其实是今天的媒体哦都有报告出来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台湾人也蛮喜欢吃的哈，就是桂格的那个燕麦片哈，那桂格的燕麦片呢，它被一个纽约的人他告了1.6亿的台币，主要的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桂格燕麦片呢，桂格公司他的号称是100%的天然，可是呢却被抓出来是说他其实他在生长期的时候他有用那个加林赛，加林赛也就是年年春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在 WHO 的时候已经公告它为2A级的一个致癌物，所以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哈，我们的这个农药的残留，或者说我们在预防保健，我们都知道是说台湾的这个健保哈，听说好像快要破产了哈。可是呢，我们就是说我们的预防保健的工作如果是做的不够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造成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国人他的一个身心上面的一个受伤，然后呢到后来呢致癌的话我们就会破产，健保就会破产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医学，我觉得预防的工作可能是做得更重要的，但是我不知道在预防保健这个部分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有吗？我们的预防工作，您委员讲的预防的工作是，我们的预防工作呢，它其实包括到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我们外面的环境啊。外面的环境呢，就是生活的环境，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习惯这两个部分。那生活的里面呢，当然就包括到我们的饮食，饮食就会包括到我们的农药吃了多少，用了多少。委员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广泛了，因为涉及到了环境，还有我们其他的相关作为。我们的健康署是负责这方面的这个，因为我们的十大死亡的榜首哈，就是我们的恶性肿瘤。那恶性肿瘤呢，就是说乳癌有66亿，然后我们的医疗费用花了66亿，气喘啊、癌症那个肺癌啊64亿，大肠癌也是55亿哈。那我们的人口的增加呢，如果和这个96年比较起来的话，我们会看到乳癌的人口增加是62%，然后呢，气管支气管肺癌的增加68%，然后呢，我们大肠癌增加了50%，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的成长率都是60几、50几哈，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高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部分我才会提到，就是说我们的预防，希望能够把预防胜于治疗的这个部分，能够把它让我们这个比较不用让大家一天到晚就处于一个风险的一个危机，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是我想我完全同意委员的这个看法了。那我们在如果从这个饮食上面来看，我们是有一个饮食的国民饮食的这个营养指标哈。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哈，是我们的健保如果快要破产的话，前面要做的事情不是光只有饮食指标而已哦，那个部长，我想应该不是这么单纯吧。对，不过这个面向是很广的，是，所以我们才会谈到，就是说我们因为今天有讨论到这个健保基金，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但是我们好像做的还不够哈。那接下来还是要谈到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健保的一些的问题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换药缺药哈，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因为我收到很多的医生的朋友的反应哈，就是说我们因为砍那个药价哈，所以让一些的这个药品呢，它就可能缺药，然后呢，也可能大家就开始换药。那换药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品质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也会被人家把这个药品呢就丢掉了。那然后呢，这些废弃物呢，可能也会污染了环境，也会污染了地下水。请问部长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吗？我知道这个。因为这个药价的关系，我们有所谓的三同的这个药，那有一些学名药，医界有一些抱怨说它的品质比较差，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积极在。我这边也可以给你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我办公室的同事，他提供出来的，他就说他那个气喘药，气喘药他原来的药没有了，所以就给他换药，换了这个药呢，可是呢，因为他觉得效果真的是很不好，所以这个新药呢，他其实也就觉得不太有信心了，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有可能就后来就跑到这个废弃的这个系统里面去了，因为可能大家都没信心，就要找些的想办法。那另外呢，我想谈一下有关于这个医疗废弃物的部分。医疗废弃物呢，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个研究呢，就是说它可以回收的这个再利用的比例呢，大概有85%哈。可是呢，我们看到台湾的医疗废弃物呢，它其实它就是一个事业废弃物，它的这个申报呢，在环保署申报呢，大概是9.5万吨哈。那我们如果说没有回收的话，它就是通通都丢到这个医疗废弃物的焚化炉里面去。那这个呢，回收的再利用的率呢，只有7.2%哈，所以就会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回收再利用。那这个医疗废弃物如果拿去烧哈，拿到医疗废弃物的焚化炉去烧的话，它产生的代奥星呢，我是看到环保署的一个资料，它就说大概是一般的焚化炉的18%，不是一般焚化炉的18.29倍哈，这个代奥星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这个也都是造成我们台湾的空气品质哈，为什么致癌率这么高？然后呢，医疗废弃物呢，如果焚烧的话，它氯气含量也很高。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就是说，
部长可能就是不管你的任期还是有多久了哈，我还是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再加强一下哈。是这个部分我们有在检讨，我们会处理。是，那接下来我想再问两个小题目，一个是偏乡哈，偏乡呢就是我们说偏乡的医疗，其实我们都一直觉得很担心哈。那当然说偏乡，我们的偏乡的定义是什么呢？然后呢，外地的到台湾、到台北啊，到台湾来医疗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家庭推动的这个部分，家庭医师。那家庭医师呢，当然它是有很多的优点啊，包括能够减少门诊啊，强化我们转诊啊，还有提供一些在地的健康服务。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它的这个涵盖率，也不知道是不是到处都有家庭医师哈。然后呢，偏乡有没有？它的资源还有它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也是希望在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给一个资料，就是说家庭医生他现在的覆盖率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分布的情形怎么样哈？我想因为现在没时间，所以很抱歉不能给部长在现场回答，请你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我好吗？好，没问题。好，非常感谢部长。好，谢谢我们谢谢陈委员了，因为我们原定的会议时间是到5:30了，所以主席在这边宣告，我们今天会议最晚6:00要结束哦，所以咨询到林淑芬委员咨询完毕，6:00我们之前我们要准时结束今天的会议，接下来我们请钟宏照委员进行咨询。好，主席，我想针对健保的应该是健保署副署长。好，我们请副署长。财务结构的一个挑战啊，我想对于健保也好，国保也好啊，刚早上这么多，下午这么多委员特别提到啊，尤其是国保的问题。那健保的问题大概就是针对于我们整个的财政来对啊，面对的人口的一个结构，不管是少子化也好，或者老年化也好，啊，其实都会影响到啊我们未来健保的一个收入。那从健保署所提供的相关的一个资料，啊，我们也发现到105年开始，啊，会短促，啊，106年啊，可能开始会不够，啊，甚至到109年，我们当年的收支的余处，啊，会到855亿。这部分是副市长可以做个说明一下。谢谢委员。我们在由于今年的元月份有调降一波费率，啊，包括一般保费跟补充保险费，所以我们降到4.91嘛。对，从这个现在是。不，如果你降到4.91，如果面对的现在的财政这样的一个，依照我们的财务的预估，因为当时你们所提出的报告是说，啊，财务状况非常的稳健，那因为补充保费的来源啊收入，所以足够支撑。是，但是从这里面的报表来，对，这是健保署所提供的。啊，我们在105年，然后106年开始，啊，我们会面对的啊收支的余处。好，谢谢委员。我们现在是我们有一个安全准备，就是历年的结余有安全准备。我们你是在我们的历年的安全准备，从2000多亿到109年，剩下247亿。是，所以我们今年就开始会产生当年度的逆差。那随着人口的老化，还有医疗支出的成长，确实我们当年的逆差逐渐增加。如果政府随着人口的老化、少子化的问题，加上我们的经济面临结构性的问题，啊，包括啊国人经常性的薪资啊，哈，这十几年来也没有明显的成长。对，那你的相对的你的收入来源。所以，会越来越少，没有错。所以收入的成长率，往年剩下来的结余款来做资应嘛。那请问一下，到110年的时候怎么办呢？可能就是要面临再一次的调整费率的压力。啊，就要再面对调整。那也就是说，啊，面对着未来新的政府上台之后，他面对的不只是国保的问题，连健保的问题，啊，到时候民众会不会产生恐慌？因为这是我们健保署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啊，啊，包括刚刚我们主席也特别提到，啊，如果连国保的啊投保率啊缴交率都越来越少，啊，面对了国保的问题，啊，再加上健保的问题，那台湾面对的处境，
那健保署总是要或者卫福部这边啊，总是要有一个因应跟规划，来面对未来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实质面。你不能跟我讲说，因为我们现在有结余款，所以我们可以从现有的结余款项来慢慢的来支付。但是五年后呢？那对于那些年轻朋友怎么办？所以有关健保的财务，当然就是开源跟节流啦，哈，还是开源跟节流。那我们在收入的部分，我们也有所谓的加户总所得的研议。那支出的部分呢，就是减缓医疗支出的部分呢，每年透过总额预算也都做协商，哈。那目前的状况确实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费率不变，然后按照未来的成长趋势呢，确实我们大概到109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面临啊这个财务调整的压力。不是到110年，应该是宣布连基金是连基金都没有了。对，那这是一个面对很大的，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新政府也好，或者说我们现有的。其实我们就应该未雨绸缪。那因为健保其实是用个人收取的费用来依据实际依附的健口数来核算嘛。那也因为向雇主收取政府负担的保费，也是依据平均的健属数人数来算。那伴随着我们的生育率陆续的低，少子化的冲击，然后健属数的下滑，等等，其实这是让我们的健保的前景产生最不利的一个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也必须要去解决的。这不应该逃避了。其实在这边除了这一部分之外，我其实我也很想替我们这些失业的劳工朋友，毕竟失业的劳工朋友其实保费的负担的一个不公平。报表里面我举个例啊，同样是双薪家庭，其中一个是薪资53000，原本家属是跟着30000投保。那今天如果有一个30000的突然失业了，这个整体的保费会增加？是，大家都会跟着我。如果双薪家庭50000跟30000，我一定用30000的来帮我的健属保。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卫福部有考虑过没有？对，目前现行的法令确实是，因为他原来收入有80000了。突然我30000没了，剩下50000，但是相对的我的保费反而增加，那对这些的劳工朋友相对的他的负担相对的也越重。那卫福部有没有考量到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保费负担的公平性的部分，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所以我说对于失业者的部分是不是应该重新去做规划。我再举个案例啊，那我们再看按个例啊，失业劳工他的家属没要缴，他是用五万三，来做被保险人的保费746，这个是不是根本性跟结构性的不公平？当一个失业劳工，他原来我已经失业了，但是我现在要缴的费用是用53000，我都已经失业了，还用53000的汇率来算。目前对于失业，对于非自愿性的失业，有关他的保费是由劳动部来帮他负担，包括他的眷属。劳动部对于失业劳工的健保的一个补助款项，但是失业劳工朋友，他的家属每月还是要缴，也全额补助。家属还是家属也是全额补助。家属也是全额补助吗？劳保局是不是可以做个回应？针对非自愿性的失业，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讨论的就是非自愿失业跟自愿性失业，因为面对的这些失业的劳工朋友，对，报告委员，因为在我们的，因为非自愿失业，它有一个就业保险基金嘛，是，对不对？就保基金，因为有就保基金来支付嘛，是。但是有很多的职业工会的工人，他不见得他有缴交就保基金嘛。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的劳工朋友是不是也呈现，对待他们也没有不公平的地方？他没有参加就业保险的，对，因为他没有参加就保嘛，所以但是他失业之后就要缴眷属的，相对的他的负担其实是更重的嘛，因为他之前他没有就保基金，是因为我们法院的依据上，因为他没办法缴交就保嘛，是没错。
所以这个法律的依据啊，是不是面对这个依据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做一个调整？是，报告委员跟你补充报告一下，有关这个失业，如果真的家里有困难，事实上我们都有所谓的其他的啊补助的措施，或者是缓缴措施，或者甚至爱心的爱心基金。我再举个案例三哈，一个双薪家庭有四口之家，夫妻薪资各五万，啊，同样四口之家 B 家。啊，负担家计，但是他一个人可能是十万，另一个人失业的时候，两个人的家庭的健保费是不是不一样？另一个人失业，对，这个就是刚刚您讲的选择的问题。但是有关非自愿性失业，刚刚再补充一下完整，就是非自愿性失业，那他有救保基金。我现在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人各有五万。但是另外一个是家庭，他只有一个人在工作，但是他的薪资是十万。对，刚刚就是非自愿性失业的人，如果他真的是没有职业，他就有他的保费跟他的眷属都是由刚刚讲的基金来补助，那就不会有您刚刚讲的问题。对，我想对于这个全民健保的一个保费，因为时间到，主席也站起来了。全民健保的一个保费的负担，其实对失业者具有根本性跟结构性上是不是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性？我是觉得说，对于这些的失业劳工朋友，其实更应该有一些的同理心用这个方式来去看待这些的失业劳工朋友，是可以重新去做研议或者思考这一部分，是不是去健保署这边也能够同意去做一个研议另外有一个，最后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听说明年对于中低收入户的老人的一个假牙补助是要取消，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中低收入户假牙，那个中低收入是社家属。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之后再回复那个中委员，好不好？待会私底下先回复中委员，不好意思，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徐真卫委员进行质询。主席好，麻烦请我们的这个部长，卫福部部长，谢谢。好，我们请蒋部长。委员好。部长好，这个本席啊，三月九号有这个质询呢，我们这个医师司的部分，就是有关于我们玉里荣民医院的部分，这个不再被列入紧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急救责任医院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的这个王司长也说要回应，但是到目前都还没有回应，是不是待会给我因为时间不多，但是我的议题蛮多的，所以是不是给我书面好不好，或者是我们到办公室您直接回复我好吗？这个部分不晓得您跟玉里荣院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已经处理完毕，是今天处理完毕，那处理的是怎么样？就是、对于我们玉里荣院有没有协助到呢？部长有支持，就是对于玉里的这两家医院同时再公告。再公告，再公告是什么意思？因为本来是只能够选择一家，是，就是结果花莲县政府就只选择玉里慈济。是，那这次我们就是再重新公告，把两家都纳入。我想应该不是花莲县政府只选择玉里慈济吧？玉里荣院跟玉里慈济他们本身是互相支援的体系。因为有一些科别是没有的，就像我们这个台东医院一样没有外科，所以在我们这个花东两县南区的部分，这三家医院是整个把它支援起来的体系。对，因为这两家都是急救责任医院，就会按照规定，其他的县市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好，所以这个部分要拜托您哈。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大家也知道，这个持续的更迭这个其实都是不断的，没有关系，这个部分没有关系，只是说这个肠病毒还是要拜托大家要继续关注，因为这个政策都下去了嘛，那再下来就是登革热，周而复始，这些我想大家防患于未然，这一定要做到的，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切入主题，这个我们的这个准交通部长这个真的是我们的环保部长，也是我们的慢活部长。这个对于花东两县的交通建设他说不必要做的不要做了，没有合约的不要做了。所以目前我们花东的东澳到南澳还有其他的危险路段也不会做了。在东区东部我们花东两县，其实在我们的整体的建设交通的建设不足之下，我们的这个本身的医疗资源就已经不足，长期的失衡也不足，所以这个我们的准部长这样子说，让我们花东两县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忧心，而且这个
这个雪上加霜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啊，本席真的非常希望我们卫福部能对花东两县的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资源能加重，能再加油一下，好吗？是。好，那这个我们目前看哦，以目前这个是今年的统计哦，这国人最希望到这个花莲，花莲是最宜居而且宜居的城市哦，是第一名哦，也是最适合养老的这个城市第一名。那花莲从我们民国98年到我们102年，我们的这个平均余命是成长 2.11 的，是全国幅度第一的。这些也感谢我们卫福部啊，这个在公共卫生还有我们健保预防健保疾病的这部分给予协助。好，那但是我们真的要在这里要感谢我们花莲部立医院，非常的认真在跟我们的社区的结合，还有这个老人健康促进的部分非常的帮忙。但是我们再讲起来，软体硬体我们真的要给他，好不好？因为以花莲来说，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公费医师啊，真的薪资非常非常的低。我们的公费从这个开始在学校读书，然后培训，再到这个偏乡地区来服务。就像我们这个花莲县的卫生局，还有我们的卫生所，其实我们真的6年期满了，很多的医生想走，但是啊，这个使命所然，所以他们留下来了。可是一个月啊，只有5万多块钱，很少。所以在这里哦，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偏乡医疗的部分哦，能给予最大的协助？哦，我们这个台大医院的何鸿能何院长也提到啊，要给合理的薪资以及相对应的成就感，才能留住我们的偏乡医师啊。除了这个人道最高的关怀，我们医师有那个责任使命，哦的这个的大爱哦，但是我们实际上也要给我们这个医生有最好的薪资，还有最好的加级，才不至于像这个常常流动，真的是6年一到全部都走了，自己开业或到西部了哦。就像教育一样啊，我们的流浪教师特别多，好、哦、小孩子6年要换6个老师，所以在这里偏乡的医疗，是不是请我们这个署长的部分，给予我们公费的医师多加的照顾，好吗？还有我们分配的名额和额度，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对这个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部立医院的部分好了。我们医疗器材超过使用年限比率过高，传染防治6大医疗网。好，这个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又医院其实真的不能以这个盈利或以成本效益、经济效益来衡量，它是一个服务国人的基本的健康，是基本的人权。尤其在偏乡这个我们花东两县，南北其实资源非常的不平均，还有在中区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凤荣，所以我不晓得这个署长，我们看看这个现在东区我们这个部立医院哦。我们在急诊的部分，我们的医疗器材使用年限，好，您看看，还有在急诊以外，我们的使用年都是在70%以上了。这个部分我们如何改善呢？那个我们26家部立医院，其实我们对这个比较偏远，像花莲，我们是有特别的照顾了，是，所以我们会用一个统筹款来。改善他的需求是。那如果和协助，是不是给我一个书面好吗？好，是不是署长？那另外，对不起，在那个家再给我2分钟好吗？那个有关于我们 AED 的推广的部分，我们103年呢、哦，我们这个紧急医疗救护法的部分已经纳入8大公共场所，哈、哦，要这个装置 AED。那花莲目前我们104年观光局统计到花莲的旅客。好，外岛这个大陆客或者是外面的旅客，以及我们本岛旅客破1000万，所以以这个目前我们医疗的状况，还有这个部分，我们 AED 的建制不晓得，我们目前全国的建制，还有花莲的建制不晓得，我们部里有统计吗？我们请王市长哦。报告委员，我们目前是。那个成长确实这几年在立法之后就比较多。那我们最近呢也在想说，我们8大场所的那个，所以这个建制的部分哈，请继续来推动，持续推动，尤其在公共场域的服务，还有我们高中以上。那我们其实一般人都
都不知道 AED 是什么，更何况要如何去用它，连摸也没有摸过。所以在这个宣导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加入，好吗？好不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谢谢主席委员的咨询，谢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我们请林淑芬委员进行咨询。主席，各位大家晚安。是，我尽量，但是有时候这些公共政策的确需要时间讲清楚。对，但是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讲清楚。是不是先请我们，议事司还是要请部长？好，我们请蒋部长跟王司长一起好了。委员好。部长。司长，就是4月28号的时候，医改会开了一个这个记者会，讲假日冲急诊，民怨医也苦，民众怨，但是医也苦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呼吁政府要正视连续假日，特别是连续假日会特别严重，大医院的急诊爆量。那这种状况里面呢，急诊候诊人数比平时暴增了85%，所以不是政府所说的说流感退烧了啊，我们的急诊爆量就解决了，这恐怕会变成一个常态，就是只要是连续假日，那个急诊好，大医院的急诊就要爆量。那当时医改会他们去做民调，哈，那他们就觉得说，哎，你大概有8%以上都还是会赶快去找有没有小诊所，但是还是有1%多的民众会直接跑到这个大医院 里面去，哈，去看急诊。那为在就这个1%多的民众说，你为什么会直接跑去大医院看诊呢？其中这个里面有60%会认为说，因为不知道哪里有诊所，地区的诊所可以看病，有26%哈，认为说无法判断病情。所以哦，这里面就有几件事情是卫福部的确是蛮简单可以做的。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试办一些这个假日看诊的地图的 APP？ 这个太容易了哦，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全国有21,544家的全国的诊所，医师工会说，在礼拜日至少还有6,578家还在看诊。可是我们知道，这大概占全部诊所的30%，所以的确有70%是在休诊的，在礼拜天的时候。那哪里有看诊这件 APP 可以解决的事情？太简单了，马上就可以做了。不要让26%因为不知道去哪里看诊，直接塞到急诊里面去。那我们比较困难的部分是要落实加医群咨询。然后去进行这个分级和分流，那加医群的这个咨询的部分哦，我们就觉得说蛮大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试办了13年，投入了130亿，然后呢，我们看这些加医群计划，只有13% 的民众知道有这个计划。那我要问白一点，就是说我民众要到哪里看诊？我可以一目了然就知道这个诊所是参加加医群，这个所谓的加医整合照护计划，或者是参加我们这一个全民健保加医整合性照护计划的诊所，我要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健保的网站上有一个叫做健保快易通，那里面其实我不可能看病要先上网，我是说我看病一定是社区诊所先去看看病。那我在社区诊所的门口，我要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参加你们的加医整合计划？他有一个 app 是可以 download 的。如果我是一个 Orasanka 没有使用电脑 app 或者是没有上到你们网站的人，我怎么样？我说那个进变性在哪里？以病人为中心，不要忘了我们所谓的加医整合照护计划，它的最核心目标是以民众健康为导向，以病人为中心，然后要去提升医疗服务品质，提供民众社区服务，落实全人、全家、全社区、全社区的整合照护。可是你告诉我说，我去看诊的时候，如果是以我为中心，我去哪里就可以看到说这是参加加医整合计划的？因为有一些诊所他说我是参加健保这个健保这个给付的这个诊所的，我这个是什么
配合政府什么政策计划的，他们会在入口就会知道。如果你是以我病人为中心的，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哪一家诊所是参加到我们加医整合照护计划里面呢？所以这有没有检讨的空间呢、啊？有，这很容易吧？事实上，我昨天还开了一个会，在检讨这一个部分呢、啊，有加医的这个整合的这个计划，因为它经过了十多年，那最近就是它一直没有突破，它目前能够照顾到就是，因为就行礼如仪啊，它只有10%的覆盖率，服务覆盖率。所以以病人为中心的话，我如何知道该诊所是加医整合计划的配合诊所？我连这个都不得而知啊，不得其门而入，我还要去上到你诊所，但还要先有加医整合计划的概念，还才会搜索这一个程式或者是这个 app。可是他连这个概念都没有。第二个，那加医整合计划提供的医疗服务跟一般的诊所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去参加这个参加这个计划的诊所看病看诊，你所提供给我的服务跟一般诊所的服务有什么不同？它的整个结构是有一个像是一个带头的，然后大概7个诊所，而它这个诊所之间是有互补，因为每一个诊所的专长是不太一样，所以它可以彼此来支援，那它也有提供24小时的这个咨询服务，所以还是跟一般诊所不太一样。对，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加医制，不管是加医有社区医疗群形态，也有单一诊所形态，我们知道。但是照你们的所谓的这个计划的所提供的服务，他必须要提供我们给他健康评估费，给他绩效奖金，每年都花10亿花了，我们给他们钱了，可是我们民众病人为中心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建立起来？我到那里你跟我讲说可以24小时咨询哈，那结果现在人家医改会去做了这个所谓用一个神秘客的方式，在3到4月的清明节连续假日，结果他们去抽样打电话给有参加加医群的62间诊所做电话咨询，结果你们号称有24小时的咨询里面呢，他问他们说，哎，请问我们现在假日要生病了，要看诊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哪里可以跟你们加医群有配合的诊所在哪里？我可以去哪里看诊？我怎么样可以不用直接跑到大医院去就诊？可是呢，96%的诊所说不出假日可以去哪里看诊，然后呢，只有1/4的人有办法提供卫教指导。所以他根本就错失了扮演第一线守门和就医指引的功能，没有，我一问都不知道。所以参加你加医群的这一些诊所，他们都没有能力了，更何况其他的。第二个现象叫做急诊冲冲冲，就是他们打电话去，结果参加你们加医群的诊所，55%告诉民众说，哎，你发烧了，请你直接到大医院去急诊。这个跟我们所期待的政策的方向是完全矛盾和完全相反的。第三个叫热线变断线，他们打电话去测试了62家诊所，里面有56%的加医群诊所没有正确的回答及教导病家如何利用会员24小时咨询电话。所以我们告诉你说，10年了、12年了、13年了。事办了这么久，然后每年都10亿，钱也花了，也给了，可是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检验起来的不堪检验啊。所以讲医疗分级，然后讲说这个不要逛医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在连续假日这个现象来看，你都没有办法从诊所得到任何的医疗资源和这个支持，然后也没有专业，也没有加医，你让民众说你不要到大医院来就诊，不要造成大医院急诊室涌塞，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讲法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来讲，医改会有提出3大诉求了哈。最简单就是说，假日诊所轮值制度，然后用个 app 告诉大家，然后公告出来，好让这个民众可以容易的看清楚哈。那
他们也期待卫福部及早订定一个全民加医 2.0 计划，依据我们健保法44条正式推出论人计酬的加医制责家庭责任这个医师制度。那这个也是我们要讲的，因为健保法第44条修法到现在，家庭责任医师制度相关的执行办法制度面完全定不出来。哦，他说我们必须把这个加医的责任制度的实施办法及时程由主管机关订定，可是已经几年了，主管机关订不出来，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哦，我们持续都在研议跟检讨。委员刚刚提到的我们那个加医整合计划，那个的确如果是这个样子情况，我们需要检讨了。那至于那个论人计酬的这个概念哈，我们持续都想推，但是其实面临也很多的阻力，很多的阻力也来自基层，所以有一定的困难度。不过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有困难，但是要突破，但你们会逐步的去处理。可是已经还蛮多年了，已经几年修正到现在已经蛮多年了，知道推行不出来，然后急诊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在检视你的健保署期望加医计划成效，你们认为说有三大指标去检验嘛？比如说就医指导、减少急诊，好，但是你们的这些目标啊，包括就是说急诊率、疾病住院率及固定就诊率等三项，而且你们的标准是很宽松，以这个固定就诊率，只要2年来过这家医院就算了，连这些成效三项指标没有一项是达得到的。以这个固定就诊率而言，你们103年度是希望目标值达成，达到这个大于51.9%，可是呢，你们收案的会员平均值啊，其实只有51.13%，也没有达标。你们的急诊率，哈，你们103年设定的目标值是要小于24.78%，哈，那你们还是大于24.78%，急诊率还有25.37%，所谓的住院率呢，103年度的目标值是要小于12.9%。96%，哈，那住院率勉强有达到这个11.69%，所以种种指标，最宽松的指标其实都还是很难达标。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好像都变成10亿元，就变成医疗诊所跟健保署之间呢，啊，哈，多申请的一笔额外的费用，事实上都没有病人中心。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医病之间的社区信任关系，然后建立出加医制度所需要的这个沟通的好的管道，通通都没有建立起来。十三年，每年行礼如仪，花10亿，然后去做这种事情，钱花光了，钱领走了，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件事情才是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还有待改进，啊，是需要检讨。我昨天也开会在检讨当中，是。但是并没有以病人为中心啊，是连可进性都没有，我连哪里是加医群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即便他是贴了一个加医这个整合照护计划的诊所，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服务。好，那他表面上可以提供服务，结果真的打电话过去，其实是没有接的，或是没办法给你专业咨询的，也不是医生给你的，甚至是医助理的、行政助理的。然后去到那，我说发烧怎么办？他告诉你赶快去大医院急诊，是跟你政策愿望是相违背的，这都太荒谬了，真的是太荒谬了。然后是不是相关的配备，不管是诊所管理啊、健保署和医师师，是不是能够再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啊？我们不愿意去逛医院，我们也不是浪费医疗资源的人，不要动不动就对病人这个贴标签，然后谴责病人。我们真的觉得不要这样子，把该有的这个管理制度建立好，把该有的医疗的服务提供出来，诊所的医疗服务品质也提供出来，我们希望共创多赢啦。好，谢谢我们谢谢林淑芬委员的咨询，这个议题就请卫福部持续改善哦。那我们今天会议的询答全部都结束，明天上午9点我们要继续审查基金，现在休息。